位议员，还有我们农业局的副局长，还有农业局的团队啊，那么在场还有我们都市发展局的我们的局长啊以及团队，那么在场的各位敬爱的议员以及各位议事组的各位同仁，大家早安哦。那么今天呢，继续审查第106年度农业局的预算，请卓主任代念。哦，是，我们昨天审到农业局的09-01-69页，09-01-69页，我们从69页开始审查，请主席主持。69页。69页有没有问题？70页有没有问题？70页有没有问题？72页有没有问题？73页有没有问题？74页有没有问题？75页有没有问题？76页有没有问题？77页有没有问题？徐玉树议员。副议长哈，针对啊这个77页哦，我们有补助这个茶叶办理各种竞赛，是不是？对。那我请问你，在今年啊，我们桃园啊总共办了几场的茶叶竞赛？那个茶叶比赛的部分，我们有包括我们那个碰红茶，也有包括桃印红茶，还有我们那个农田的部分、芦峰的部分。那我们总共办了7场的一个竞赛。7场各在什么地方办？那我们除了芦竹哦，还有龙潭，还有各那个龟山，以及我们那个复兴哦、杨梅，芦竹产什么茶？芦峰茶，还有那个大拉山高山乌龙茶。还有我们那个，比如说桃园红茶，还有我们的一个，就我们最桃园最厉害那个，就东方美人茶、桃园红茶等等。因为哦，是局长，你知道，在以东方美人茶来讲，在这几年啊，其实新竹苗栗啊，他们啊，在质跟量方面，已经远远啊超过桃园，但是呢，他们却有60%的茶青啊。是来自于啊桃园的龙潭。我今天要讲的是说，在过去对于啊这一些啊比较精致的农特产，我们在推广的这个部分啊，还是流于一个口号，还是流于啊一些形式，编的预算补助下去，但是呢实质上来说并没有对后续啊这个产业它的一个通路啊打开他应该有的那个销售之门啊。那也就是说，在过去啊，不管你高山茶，坦白讲拉拉山在这2年有稍微提升一点，但东方美人来讲还是原地踏步，而且甚至啊跟桃跟我们的那个新竹啊跟苗栗还是有一段距离的。所以我希望你啊在办理这个，不要因为办而办，消化这个办理的预算，实质要去辅导这些农民做好啊这一些啊产销啊应该有的、啊、那一些政府的力量应该要投入啊，这样了解吗？是，好不好？我们会把茶青留在，所以如果说明年你这个办理啊这个比赛的这个效益啊还是这么差的话，明年这个预算啊我就考虑要把它删除了，好不好？谢谢一周给我们的建议，我们会针对我们的一个产销的部分哦来做检讨。好，谢谢。扩大我们的整个一个农好，77页有没有问题？过那个王浩宇议员。我想要那个权益发言哦。主席还有所有市府官员，还有所有的议员前辈、媒体先进跟府会联络人哦，针对本席昨天在脸书。好，那个
那个林正峰议员那个权益问题要优先处理，好，权益问题要优先处理。针对本席昨天在脸书评论八公里免费公车的预算审核的内容，让许多民众产生混淆，误以为国民党团删除的是免费市民公车的预算，造成民众对国民党这误会。我要在这里向每一位受影响的国民党议员感到抱歉。我特别的对谢章文议员还有詹江春议员，因为昨天我发言比较不妥当，这个部分我要特别道歉。宛如议员也是。那未来就是我们全球绿党本来就主张健全大众运输的一个工具，那是否推动这个买八公里免费的与我当初的政见是符合的？那昨天我在看完了国民党团的声明之后，我能充分的理解国民党团的担忧跟国民党团的立场。那这个部分未来在发言的时候我会更谨慎小心，我不会再造成大家的困扰。我在此呼吁市府能够尽速落实郑文灿市长参选时之承诺。你跟大家道歉。也恳请各位议员在二三读会时能够支持预算通过。谢谢。好，请大家继续审查那个预算哦。第七十八页有没有问题？黄宛如议员，主席啊，我希望你哦主持会议的时候啊，要稍微慎重一点。对这程序上的问题，我希望你能够拿捏一下。我现在可不可以报告一下，我们家猫昨天生病了，我们家的狗哦，昨天把我们家猫咬伤了，这些无谓的事情啊，是不是？现在是联席审查预算呢，是不是？对于这些，那个秘书长，现在联席审查预算，我们能够针对哪些问题提出来讨论？啊？我昨天去看电影，可不可以讲出来？啊，我昨天跟人家车祸，不小心 A 到人家怎么样？这些是不是与这个那个议程相符？可以提出来吗？要在什么时候的时候才提？那请秘书长答复一下，是不是？谢谢啊，主席啊，还有黄议员、谢主席啊，各位议员大家早安啊。刚才因为王浩宇也提议想发表权益问题，那我是跟主席讲，因为昨天我们在联席审查时，我们詹议员也有提过类似的权益，我想说给他一个平衡性，所以我是有建议，我本身是建议我协助主席嘛，我是有时候让他发言一下，他发言那王议员是说想针对这些行为做一点道歉的声明，我想说我是跟主席建议，就是他发言之后我们就继续审查。主席啊，你讲不是那个秘书长，那基本上联席审查事实上王黄你要弄清楚。对对对，王什么议员，黄什么议员，请你弄清楚。啊，对不起，啊，是抱歉抱歉。那我想说这样权益一下，我就有建议主席说让他发言完毕，我们就继续审查预算。那基本上联席审查是以审查预算为主，黄委员讲的是没有错。大家以上啊，黄委员，谢谢。那因为怎样，你知道，主席，我觉得你做得很好。可是啊，今天的主席做得很好。可是如果等一下他也要插一句，他也要插一句，那我们今天会议都不要开了，是不是？对不对？要道歉，要分享，要道歉，要分享，对不对？可以在 FB 上面分享啊，去。可以在 FB 上面去讨论啦，是不是？好啊，什么好了？你这样就满足了，你搞清楚啊。好啦，那我们的那个秘书长说是以那个以省桃园的全市市民的预算为重，所以哦，从现在开始我们好好审查预算。好，谢谢。好，七十八页有没有问题？七十九页有没有问题？好，我们接下来辅导工作，预算金额3亿1022万，页次80到87页，总共有8页，我们从80页开始审查，请主席主持。80页有没有问题？80页有没有问题？
苏翠玲议员。对不起啊，81页，0211，办理农业博览会土地租用所需经费啊，150万。我们请问一下，你这个土地你是怎么取得？怎么去租？怎么去选择要用这块土地的？是的，那因为我们选新屋地区这个部分，最主要是因为我们在整个一个你大声一点好吗？整个在农业博览会的部分，是为了要呈现我们农台湾农业的优势。对，这个不用讲，我的意思是说，你们土地是怎么选择要这一块？那边那么多的农地。这个最主要是在我们选择的基地的，因为是我们主要是在公有地的旁边这块的一个私有农地。那这个农地大概有16公顷，我们会比照一个休耕的一个补助这样的方式来承租这块土地。多大面积？16公顷。对不起，那个本席动议搁置啊，请您把那个相关资料提供给我们，让我们知道就是第一个你们的位置。然后旁边私有地是不是只有这一块，对不对？因为我们对这样的资讯是完全都不知道的。然后你的租，你租用的期间多久？然后你租金是怎么核算？对，这些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我动议搁置啊。然后请你把相关资料提供给我们，好不好？科长再给我补充一下，可以吗？好，那你把资料，我动议搁置，然后把资料提供给我们，谢谢。好，办理农业博览会土地租用150万，苏翠玲议员主张搁置。各位同仁，有没有人附议？有没有人反对？那个邱家亮议员，局长是那个租用土地哈、是不是呢？做停车场那些使用的？是我们展期的一个部分，展期的一部分嘛，对不对？对对，是不是一年9万块的？是每公对嘛？每年那个比照那个我们休耕的方式，那你刚刚有没有讲清楚？给我们苏翠玲议员，每公顷是5万块，那一年是？不是啊，那个做农业博览会土地就没有跟农民承租嘛。我来说明。不是啦，我们有些事情该建设要做就做，不要每件都搁置。那如果这样审一下，全部搁置，每个东西来再来审就好了。每个案子全部搁置，全部东西给我再来审。那每个案子这样搞，那浪费大家时间干嘛？每个议员大家都忙，对不对？就切实承租的东西，干嘛每一件要搁置？那从现在开始，每个案子全部经过我同意再来，全部再来开会，每一件我都搁置，全部东西资料给我看过才来审啊！不要为了这样子嘛，对不对？该这个本就租金100多万的、那个租农地的东西，这种东西可以骗吗？我们农业博览会地方的建设嘛，每个案子都搁置，你的薪水领薪水的薪水单给我看过再来开会。要不然全部搁置，大家不要领薪水好了。一人的薪水全部搁置，以后都这样审好了啦。我看过每个薪水一样，我再来审好了啦。该要花该做的做要做嘛，对不对？拜托大家一人嘛，不要这样动不动搁置，那什么事都不用搞了，每天来这边作秀就好了。我们回乡下服务啊，那还选吗？大家互相一下嘛，这个不该搁置你也搁置，每个案子搁置。那大家开会，那延期3个月好，当然慢慢开嘛。好不好？拜托大家嘛，就该搁置就搁置，没有关系，这做什么用？哪个案子不是新的计划嘛？对，不是的，不要每个案子都搁置嘛，这确实租金的东西，对不对？不要动搁这农业博览会，就拜托一下嘛。这土地承租而已嘛，干嘛要这样搁置嘛？对不对？好，詹江村议员。好，感谢主席哦。这个邱议员，我们很支持啦，很支持博览会啦。那搁置哦，是只是为了要让这个是，你也知道，昨天不是才刚有人被起诉而已吗？哦，那我们只是为了要帮这个市府把荷包看紧嘛，我们很支持。我们希望这个钱是不是说有公平的对待我们新屋每一个农民？哎，我们是关心新屋的农民，不是要阻挠这一笔预算。所以啊，这个邱议员啊，我们跟你是一致的，哎，我们是很支持。但是呢，我们希望说这个钱要用在刀口上嘛，哈。你这个因为外面有些留言说这个为什么租你的不租我的，哈。那我们呢希望说这个让这一个留言哦，这个能够。如果说今天真的是谣言，哎，那也可以刚好有借由
这个我们农业局在事后提出来的这些资料，然后也是当作一个以正视听，也是好处啊。哦，所以这个邱议员哦，不要那么激动，我们很支持啊。好，哦，那所以这个希望说邱议员哦，你能够体谅说我们大家哦，都是为了这个帮我们市政府哦，为我们桃园市的所有的老百姓在看紧荷包。好，哦，所以我们不得不谨慎啊。好，哦，这个是以上我个人哦，这个跟邱议员你表示我支持你啦。哈，哦，好，请邱家亮议员。不好意思啊，局长，我想这个承租土地哈，是应该不会有什么租这一块那一块的问题啦。农业博览会是一定画一个范围嘛，整体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范围里面嘛，是整体的。所以我可能不晓得他们哪里听来的杂音了哈，我是不予置评的哈。所以我是没关系，好，他们都很支持，我们苏议员呢，我们嘉义都很支持，你把资料给他们看，好不好？好，这个是哈，一年才9万块，跟那个修根的价钱差不多嘛，对哈，这都合乎的，好，因为土地的范围里面，你把那个资料给他们看好了了哈，谢谢。我们资料提供。好，那搁置部分就是我们农业博览会土地租用150万，搁有还有没有反对意见？好，那就全数搁置。81页还没问题？不。82页有没有问题？哦，不好意思，那个苏翠玲议员。那个，请问一下，是82页的0250啊，最后一项，办理106年农会历次改选指导员酬金工作费，这个不太清楚哎，这到底是什么？为什么300人，然后给他们什么酬金？好，农会改选，我们要给什么酬金？那跟议座报告，这个是我们就是说我们在整个一个农会这次改选的部分。在选前的时候，我们针对我们的一些选入的工作人员来做一些讲习教育。那对选后的部分，那我们对于我们这个选任人员，就是说已经选上的一些我们一些里监事，我们一些相关的一个选任人员来做一个教育训练的一个经费。来，那科长再做。跟议座不是你这个教育经费不对啊，你这个是按人发的啊。对，我来跟。你一个人2700块嘛，300个人嘛，这不是教育经费啊。我向议座做。这个部分是指导员的一个津贴，就是我们去做工作小组的时候，在农会选举的时候，我们在做一些。这指导员从哪里来？指导员是我们学校我们相关的一个单位所遴聘出来的。就是选务人员是吗？对，选务人员。啊，所以这是选务人员的那个出席选务工作的那个工作费用吗？对，比照我们那个公职人员的主任管理员这样的一个薪资。这个以前没有，对不对？有，向议座来做说明，就是我们农会这次改选是每4年一次，那今年我们102年的届次就会到明年的2月19号就会来到期。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办理106年的农会届次改选的一个工作，所以这个主要是要支给指导员的一个费用。那指导员我就是等同像我们平常在办理选举的主任管理员的一个费用。以上说明。所以我刚刚说指导员从哪里来？好像监票。学校、公所还有市府的同仁。好，那没问题。好，两位超议员。对，是北办费的部分有一个委托办理休闲农场辅导计划的450万哈，目前我们大概辅导了多少家休闲农场？我想休闲农场是我们重点辅导的一个区域嘛，对不对？那我们现在主要的一个休闲农会区已经核定了观音莲花休闲农会区，这已经即将在我们10月底会来做一个核定，农委会这边做核定。那另外的另外五家的一个重点，像我们大溪的叶梅，或是说龙潭的大北坑，或是我们芦竹的一个坑子溪的部分，哦，还有大北坑，对，大谷山。所以你目前是辅导5家是不是？对。所以辅导5家需要用的经费是450万吗？是。休闲。每一家的休闲农场面积大概多少？这个主要是我们对休闲农业区，我们将来核定以后，对于相关的一些硬体设施。指示牌、标志等等，一个总体的一个公共设施的一个办理的委办的一个机会。那局长再给我一份说明好不好？是，好好。我向议座做补充说明好吗？
目前我们有许可登记证的休闲农场总共有13家，然后同意筹设的有23家。那这个部分450万的费用呢，主要是来做我们今年观音莲花园休闲农业区以及我们大园西海休闲农业区、龙潭大别坑休闲农业区，还有芦竹大谷山休闲农业区以及芦竹坑子溪休闲农业区的规划辅导的一个费用。那其他小型的休闲农场申请也在这个辅导计划之内吗？跟易座说明啊、休闲农场是在后面还有一笔70万的经费向下会来协助。好好 ，OK， 再给我详细的报告，谢谢。好，鲁明哲议员。这个局长哈，针对于这个委办费这一页最后一条、其实我这个会期已经问过了，我一直在担心啊，你桃园市假日农业创业市集啊，因为我每天来议会啊都要从那边经过，特别在假日的时候啊，因为你只有礼拜六礼拜天在开哈，特别假日的时候去看了3次啊，我上次也特别进去了哈、全程录影，跟里面的可怜的摊商啊，可怜的摊商啊签了约又不好意思不来，然后这个摊商比这个逛的人还多，这种情况我已经把现场的影片啊，这个也透过哈、透过画面当时给我想市长看了。那你今年呢、我还想从去年的12月25号撑到9月份啊、农会不干了啊、不是不干了哈，就是反正大概也干不出什么花样，就交给你们现在自己在做。其实我真的怕死，因为农会本来他就不是一个很熟练办活动的单位，我们不怪他了哦，他可以组织动员，但是他要创意企划规划，他不是真的不是他的强项嘛。那现在我换你们了，科长，我觉得说你们现在的公务人员在里面的，说谁能够像企划公司一样去主导这件事，我真的有一种感觉啊，大概很非常可能会更糟。你们要这样的逼着一个这样的，就算好像做不好做不成的，当时也许有些许诺有些成见，可是已经搞了快1年了嘛，跟空城一样，你们有没有真的认真考虑一下？科长也很辛苦，跟我讲说明年啊，我们努力又编了350万哈，到又编了350万，你们有没有考虑什么样一个落日条款，或者说真的干不下去了就认输嘛？就跟8公里免费工程一样，就做不到。过去是保证8公里免费，现在提出来证件是保证上车要收费，完全不一样的证件，做不到就说对不起，我当时证件开的有一点哈，有点急。你就你现在真的，我不知道各位议员有没有去过啊？假日那个农民没有人嘛，那么可怜的一个情况，我是建议这样好不好？你说明一下，部长，我想6月了，好不好？再做6个月。那我是觉得说，我们现在有在整个一个设施的部分，我们都已经完成了。那现在 get 的部分哦，我们会翻转整个所有相关的一些我们行销的策略来做一些改变，包括我们现在一个整体的一个配置，包括整个农民是不是可以把整个一个配置移到前面，这部分我们都跟着我们产销班、我们农友做缜密的一个说明。那我们会在最近来做一个改变，那农民也非常愿意进来继续我们来做一个努力的方向。副市长，是副市长，这个事情因为我已经提了第3遍了，我也不想再提了，因为我去观察了3次，走到里面看起来真的是没有人逛了哈。你要怎么样把人潮带来，光用说的没有意思啦。但我觉得哈，这样的一个政策对桃园市整体形象真没有意思啦。人家外人来那边看，这都空城计嘛哈。如果再做半年，预算你要过，你有心要做，那我不管你。再做半年，如果还是这样空城啊，我真的建议啊，到杨朝伟议员。好，谢谢主席啊。那副局长，针对那个02-15委办费450万，刚刚我们梁员特别提到的部分啊，我想提醒再说明一下哈、你补助休闲农业区辅导计划的部分，你是补助这个钱是给这个农会这个区的农会，譬如我们大溪是补助农会，还是区公所，还是这个协会，还是其中的一个农业区里面一个协会，你是不是可以说明一下？我们在整个公共设施的部分，我们这笔经费最主要是说，如果核定以后，对公共设施的部分不是来做补助，是我们来做公共设施一个规划，来做总体的一个考量，包括我们的一个标示牌，包括我们的一些譬如说像指标，或是说我们一些路面排水沟等等一个公设的部分来做考量。我想这样子好吧，那个
这部分啊，因为我现在比较质疑的是，我前几天啊，副市长，我特别要跟大家讲一下哈，我对于你们的政策啊，非常的有点不大清楚，也不大了解哈，因为我们大溪啊，要所谓的休闲区的部分啊，要设立的嘛哈，结果我们成立一个月媒协会，发展协会，月媒个协会，就是农业协会，结果它是六月份成立的，七月份才正式的成立大会，成立有一个理事长，照我们正常社会局的规定啊。是满一年以上才能够补助这社团的经费啊，是不是？对。结果不是哎、欸，我们办一个花博会，我们农业局一次补助60万哎、欸，你们的标准在哪里？所以说我不知道说针对于你们休闲农业区的部分，这整个的发展到底是农业局做农业局的，还是社会局做社会局的？那我请问一下，那这个单位符不符合标受协助的？来委办的单位呢？不好意思，那个我们现在跟花彩节办理的委托的一个协会办理哦，那我们是依照我们，就是我们农业局这边好，你不要解释了，团体你不要解释了，一个节省时间啦。我刚刚讲的意思说，你们的条文跟社会局条文是不一样的嘛？社会局的条文是认为说新成立的一个社团要满一年以上才能够接受政府的补助嘛？社会局的标准是这样子，我们不管任何成立一个发展协会，什么协会都是一样的。但是你们的条文里面是不受这个限制嘛？是没有受这样的限制，对嘛？那为什么会一个政府两套标准呢？你告诉我一下嘛。好，那他才成立不到三个月，你们可以补助他60万。好，那个我想跟议员报，那个部分我们再来注意调整看看。好吧，所以针对这笔预算哈、哦，虽然说也是休闲农业区的部分，我觉得暂时搁置啊，把计划拿上来，我们还是一样会推动。我们只要了解你到底补助多少。包括一座是这样，这个因为这个是我们对休闲农业区哦，是两个是不是不同的性质哈、哦？是不是给我们？我知道你这是针对里面的道路啊，什么指示牌的部分嘛？那我要知道你到底针对这几个区到底是多少钱？我是不是资料我会后就提供那个？那你先搁置嘛，没关系，先搁置，是是你再补资料。一座这边，我现在不知道山林预算，我要了解而已，我只是要了解而已，不知道山林预算。好，先处理搁置。那么，杨朝伟议员主张委托办理休闲农业区辅导计划相关经费啊，450万搁置。请问各位议员有没有人附议？有没有人反对？好，搁置。82页还没意见。苏翠玲议员，那个，请问一下，那个副局长是，你们在。委托办理青年从农辅导计划啊，这个去年好像是350万，就今年编300万。其实我想请教你这个，怎么补助？跟一座报告。是任何一个青年人都可以提出申请吗？只要他有意愿从农，那真正要实际来做跟从农的一个行业的部分哦，那他本身要有农地吗？不需要。这样子好了，因为我们看到去年350，结果今年变300，然后这个补助的这个执行的状况哈，跟一座报告一下，我们也不清楚。他这个是总共是800万的一个经费，800万。对，那委办的部分那是300万，今天的部分它是500万。对，你委办你委谁呢？啊？你委谁？你委给谁？那我们这个将来会依照规定来办理采购的一个。对，你今年105年委给谁？那个补充一下，105年。跟议座做说明啊，我们去年在委办费的部分是350万，今年是300万。对，你今年105年委办给谁？委托给谁？得标的人是谁？给委托那个中国向中国生产力中心呢、啊？那跟议座说明，我们的执行方式哦、啊，是会分三个阶段来进行。第一个阶段啊，我们主要的对象是青农，是18岁到45岁的一个青农。然后经过我们遴选之后，来接受我们的一个培训，7个月的一个培训。那前4个月的部分哦，我们会给予30000块的一个生活津贴。那这30000块的生活津贴呢，我们是比照102年经历的。所以对不起，刚副局长提到总共800万预算，你另外意思是说另外500万是针对小农，然后直接补助给他们个人。然后补助他们是资财还是薪资补贴？这个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前4个月的部分是生活津贴的部分，
那最后到了实务课程的时候，我们会来陪伴他们做经营管理，会给资产。然后这个300你就是委托给某一个公司来进行辅导，辅导什么呢？对于他们有需要辅导吗？我觉得我是有需要的。他有一个专业的课程，那有一个实习的课程，它是两阶段的一个实习，两阶段的一个课程，一个是实务性，比较理论性的，第二阶段是比较我们实务性的一个下田来做实务的一个操作。你这是要开发农民是不是？而不是接受原来就已经有这个意愿投入。我们其实现在看到很多年轻人他愿意投入在农作，而且是比较科学化的在经营啊，对不对？那其实这些人他可能比那个所谓中国生产力公司的人更有经验啊。其实跟那个其实也不需要你们去做辅导。现在不同行业各行各业业业的结合，像不一定说有一些我们也有电子业投入我们青农的一些。那这样子好不好？我很支持这笔预算，但是我想要知道你们今年105年你的执行的状况啊。我们希望钱是真的花在。翠玲议员主张这个委办青年从农辅导计划的300万搁置，请问各位议员有没有人附议？有没有人反对？搁置。82页还没意见。李博王议员。好，谢谢主席。那个局长，我想请教一下哈，有关于假日农业的创意市集辅导成立这个花卉专区、小农专区以及有机专区哈。那我现在要这边提的是说啊，因为我们针对啊我们的这个假日农业的部分，假日农业创意市集的部分哈，哦，在大溪我们之前有推动在我们大溪桥的一个周边哈，有推动创意农业市集哈。大龙宫那边对。不过我要建议这个我们农业局啊，因为这个假日农业市集啊，农业市集毕竟应该要一个常态性啊，一个永续性啊。是。因为大溪尤其是一个观光区，那如果说能够透过我们观光区啊。将这个所有的这个我们桃园生产的农业啊，让所有的游客带走。我想第一个也达到节能减碳的一个效益啊，第二个也让桃园的农业哈、啊、能够真正让所有的游客知道哈、啊，然后行销全国哈、啊。所以我在这边要建议，就是说包含了我们的所有的假日市集，到底要在哪些地方？第二个，我们目前在巴德的一个高架桥下哈、啊，所推动一种的这个假日农业市集啊，事实上它的成效、啊，我是觉得我们真的要好好思考一下，比如说。台北的建国花市，它为什么可以变成全国最重要的一个花市？它是怎么做的，才可以形成这样的效果？而我们桃园也有这样的条件，但是我们做的是如何？我想，假日创市集的部分啊，可能我们真正要全面去检讨，到底要怎么做哈、啊，才能够真正达到这个目的啊。所以我在想，这个您这边编了100万，第一个100万够不够？第二个，我们的整个执行计划能不能再说清楚，好不好？到时候是不是给我一个书面资料？好。好，谢谢，好，谢谢，谢谢，给我们指导。好，李淑珍议员。是。其实刚刚很多议员都有讲这个假日花市哈，其实我住在旁边，我最清楚，我最了解。那您编了100万，其实是太少了。为什么我们这个假日农集没有办法做起来？我们整个农业局有没有做过检讨？是有。为什么会做不起来？那我们当然前阶段的部分，我们是在设施的一个检讨的部分，那现在比较完备。刚才我提到说那个期的部分哦，那我们用尽脑筋哦，包括结合我们产销班的一些整体的意见，我们也达成一个共识。其实要如何来做一些翻转？其实我有到现场去看过，他们所卖的东西吸引不了，看一遍你都袂够去第二遍啦。你去看过一次，你一定不会再去第二次。为什么是这样？而且每一个摊位都是各个农会下去的，摆的东西不会有吸引人，是不是？如果刚刚我们卢议员有讲过，如果做不起来的时候，我们在6年半年的时间，如果做不起来，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委外让商业人员来做，包括对面的个停车场啊，是不是我们也租给那个给人家承包，对不对？我告诉你们，连一台车都没有，那个承包员会聊死掉，你知道？一台车都没去租呢，他什么一个月要？报告一下，
我们最主要停车的那个地点是在那个电信局那个免费的一个。我知道，我是说我们整个桥下对面租给人家承包，已经被人家包走了嘛，对不对？对，我们主要。结果你知道吗？他一个月2800，一年7500。我跟你讲，我天天从那里过，一台车都没有人停。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农业市集没有做起来，所以没有无法带动这里的人潮。所以我觉得委外是比较重要，好不好？因为我知道你们投了很大的精力跟财力在里面，那只有礼拜六礼拜天都是请各个乡镇的所有的农会到那边去表演，都去一下，我觉得非常可惜啊，是不是？宝贵的意见我们都会吸进来做检讨。本席在这里建议你啊，能够委外做看看。我想委外的话能够带动，第一个带动人潮，第二个带动商机，好不好？好不好？我知道你们都很认真啊、哦、啊，所以我希望说，看怎么样想一个办法，不要趋于形式，不要趋于形式的行，叫了他们去那表演，然后钱烧一烧回去就没事，我觉得非常可惜，好不好？好、哦，谢谢。我们会努力来改进。陈志文议员，在这边请教一下我们农业局哈，有关于你这个桃园假日农业创意市集辅导成立花卉专区、小农专区以及有机。这个是委外嘛，对不对？委托办理嘛。啊，跟议桌报告是我们农业局自办。嗯、好，你们农业局自办。那你们现在目前来讲，内部是跟各地农会去做，那个希望说各地农会来去被做配合嘛，对不对？跟议桌来做说明啊、哦，跟农会那个部分也是管道之一而已。那我们会结合相关的农业相关的产业，都如果有相关的，都可以希望都整合多样化的来做一些。对，没错，你们是朝向多样化的部分，然后希望这个依据季节不同的季节嘛，哈，啊，各地区的一些农产品来去做一个这个辅导推广嘛，对不对？好，问题是有农民在跟我反映，就是说当这样子的一节，不管像我们大溪有韭菜、有稻米、有花卉，好，有很多包括绿竹笋，好，甚至像复兴有香菇等等很多，啊，当然水蜜桃啊，像现在是甜柿季节，对不对？但是大溪复兴的农民有跟我反映哦，反映是说他们也很想，也希望进入到你们的那个创意市集部分来去推销他们在地的一个我们在地的一个农特产品，但是不得其门而入啊。好、哦，这个部分我是希望说你们会哈、哦，我们市集的规划部分，因为你们有些地方是要结合在地的特色的产业。或是阶段性的，像刚刚讲的韭菜。对，局长，先听我讲完哈，你们会后再去了解一下这个状况，好不好？我现在只是提出我这样建议哈。第一个，大溪复兴的农民有跟我反映说，第一个他不得其门而入，那这个原因何在？就是有时候呢，他们希望说能，因为你们现在都是希望透过农会来去做推荐嘛，对不对？好，那问题是来了，那你们给他们的一些摊位又有限，那可能一个农会可能配到两个或一个摊位。那这样子的话，其实你看，我们大溪复兴有那么多的农特产品。那如果说你今天只有配额配给我们大溪或复兴，就一到两个摊位，要面对那么多的农特产品，觉得够吗？好，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会后哈，你们大概了解一下这个情形。我是希望说，每一个地区它都有它的一些精致农业去做推广，我们也有很多的一些像我们的圣诞花啊什么的，都有很多一些特色花卉能够做推广。但是确实，现在目前来讲，还有就是有关于我们大溪哈，现在有一个花那个假日市集嘛哈，就在那个我们的大青洞那边。那说实在那边哈，我也跟那时候区公所我也问过农民，我也是有跟他们有去做过那个，他们也有跟我们反映，就是那个地点的部分哈，是希望说会后是不是请农业局跟我们区公所哈一起来共同来去研拟现在目前的那个地区的一个适当性的一个问题。因为他们进驻的意愿不高，那为什么进驻的意愿不高？我也是希望说会后我们来去跟农民做一下检讨，可以吗？谢谢议长。好，82页有没有意见？过。83页有没有意见？叶明业议员。好，谢谢主席哈。那个副局长，我想请问你啊，这个委办费里面呢693万，这个，委托原住民。这个行政局人员啊，这个办理这个什么农业博览会的这个展馆建置及这个购置设备等693万，我想要问一下，你这个是要建展馆是吗？是我们这个部分是我们配合我们整个
农业博览会哦，那原民籍的部分，它这个原民造屋的部分，不是，我要问你说，是不是建展馆？那它你要建多大？里面要有哪些设备？你是不是要跟大家说明一下？那个科长先生，那个我想啊，副长，我想哈、啊，农博非常的重要，比灯会还要重要。灯会办得成功，我们希望农博也能够办得比这个灯会更成功。是，因为我们编列这么多的预算，603万，所以是有两笔，一笔它是一个原民造屋的部分，那另外一笔的部分，它是我们人四处来购买那个游园专车，总共有那个10部的一个游园专车的部分。我想请问一下，这个你这个展馆第一个你要盖多大？对不对哈？要多大的展馆？可不可以让我们知道，那里面大致上有哪些比较重要的东西，购置比较重要的东西，是不是要让我们知道啊？那我们才知道说，你这个农业博览会到底里面有没有内容，能不能吸引人，哈，能不能把它做得很成功？我们花693万没关系，我们重要的是要把它做好。所以我想这笔预算啊，我想是不是把详细的资料给我们之后呢，哈，我们再来讨论好吗？暂时先搁置好吗？谢谢。好，先处理搁置哦。那么叶明业议员主张，委托原住民行政局及人事处等机关办理农业博览会展馆这个展区的建置及这个购置设备等等，693万搁置。有没有议员附议？有没有人反对？搁置。李博房议员。你好，我想请教你啊，有关于我们委办啊农业博览会的各项计划，总共编列了7163万哈、啊。那这里边我想想请教几个问题啊。第一个，我不知道说其他各县市在办理农博的部分啊，他们的预算编列是多少？那这第一点。第二点，因为我们桃园不是农业大县哈、啊，所以跟其他比如说彰化的一个农博哈、啊，的一个花博农博的一个举办哈、啊。他们的规模性以及他农业的一个发展蓬勃哈，所以相对之下，我们桃园未来在办农博的部分啊，到底能不能展现比其他更县市更重要的更好的一个境界哈？所以这一点是我对我们桃园农博啊产生一个第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我们桃园农博的办理到底对我们桃园农业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帮助，或者是如何透过这次的农博发展，让全国的人看到桃园的农业发展？所以我想这一点是不是那我们局长能够先把这个大概农博的问题啊，能不能大概说明一下？是的，那我们农博最主要是我们要行销我们桃园农业的一个生产的一个，譬如说这样优势，跟我们整个一个能够在借这个机会，向我们台湾来做国人来做一个宣示。桃园不是说只有工厂，还有农业在整个一个技术上是非常的一个技术非常的精良，尤其我们稻米的部分。我们也从105年到我们今年1999年到105年，每年在稻米的全国比赛里面都得到非常优秀的一个成绩，尤其其他的一个部分，像譬如说像茶叶也好，的蜂蜜也好，在全国比赛也都相当优良。那我们在新屋地区也好，全国我们各地区的一个十大神农奖也好，或是说我们全国模范工农民也好，都是得到非常的一个肯定。那我们希望说借这样的一个机会，在新屋这边来做一个农业博览会，也可以来均衡整个一个城乡的一个发展。那整个农博的部分，我想在新屋的地区是非常的一个特别。那我们整个一个将来在整个一个投入的效益方面，希望说我们场馆都建在我们的公有土地。那我们在一两年的一个农博之后，这些场馆都留下来做一些譬如说环境的一个教育也好，或者说常态性的一个活动，也让我们地方上能够更活络。那当然外部的效益也可以创造我们周边的一个效益。那个局长，我想这样子哈，因为我们之前有灯会的一个经验哈，是我们希望就是说这次透过桃园的农博哈，重新来定位我们桃园的农业发展。我想这对桃园的农业发展是非常非常重要。而且刚刚所讲的，我们所谓的我们的十大经典好米啊，年年得奖哈。但是我们的生产规模有没有扩大，这也是需要我们去重新审视的地方啊。所以我想既然我们要推动农博，我们能够真正扎根桃园的农业发展，这才是我们办理农博一个目的哈，好不好？ 好，请多多努力，谢谢。好，谢谢易座指导。83页有没有意见？84页有没有意见？徐奇万议员，徐淑议员，
对不起。主席，副局长哦，这个我这样讲了哈，这个桃园假日农业创意市集啊，这个我在这几页啊这样翻哦，我发现啊，不管是委办，不管是这个其他的一些哈、哦、这个事务费里面，都各自放了有50万、100万、20万不等啦、啊、哈。放了很多钱在这里面，光一个哈，因为它科目不一样。好，我知道了哈。我要讲的是，你这个假日广场，其实我希望如果要继续做下去，要换一个脑袋在思考这个问题啊。是，今天巴德因为它有夜市，大家的目标不放在夜市。龙潭曾经也有办很多的夜市，大家要去夜市，所以的其他的比较小的这种规模的这种东西哦，其实不容易经营呐、啊。但是因为这个，我相信这个巴德也很多议员同仁哦，也有他们的哦，地方上的一些希望哦，这个建设地方的一种需求啦哈、哦。那我是不反对啊，但是你今天主办单位如果还是用原来的心态在做一个创业市集的话，你们是不会成功的。光是各乡各区，经常到了假日。要用游览车，要用什么？把一些团体，把一些农民，想办法都要载到那边去撑场。副局长，太辛苦了，太辛苦了。跟秘书报告一下，那个有一些是配合整个一个农那个假日市集，以及我们整个一个相关的活动的行销，那做一个联结。所以我要讲的是说，如果你还是要以所谓的创意市集，其实这种东西哦，真的。非常的不卖座。我们将来会刚刚。如果说你不改变这个形态，刚才有议员提，你是不是要把它委外来办理，或者能够在法令上允许情形之下加一些其他元素进去，让它活泼化嘛？否则你一直搞的就是原来这些摊位，坦白讲，他们很多是勉强去的，为什么不会赚钱嘛？我去那里干什么？我刚刚说明过，就多元。那你这个桥下，你又不能玩，又没有那些吃的，又没有。你说怎么可能会去？我去看过两次，我去的原因是因为有乡亲到那边去，听说要表演，听说要去那边被请去要摆摊，所以我去看，真的门可罗雀啊！如果每年还要编同样这么多的经费来支撑一个没有未来性的一个创业市集，我认为不符合我们编列预算的精神。所以既然编了，我没有要削你预算，但是。请你用另外一个形态去经营。谢谢易寿指导。尤茂群议员，请问你，是我们这个预算总共编列了多少钱？350万。350万。对，那包括一些不同的一个工项。我请问你，你认为我们办的及格吗？办的真的很差呀。跟易寿报告。我建议删除这笔预算。要办就要办好，我们一定会把整个农业相关的吼，那刚刚我们也曾经给你办了一年啊，到今年啊，那办的这么差，哩哩啦啦的，说实在办的真的很差哎、欸。如果说继续浪费这样的公帑，我建议你不要办，你们自己办，你们自己给自己打个分数，给自己打几分？你给你们自己农业局打个分数，来做一个经营。我建议删除啦。你办不好就不要再办，不要花纳税的钱。我讲给我们的原意是要办什么？那边原先的用意是要办什么？整个我们农相关的，你完全背道而驰嘛！你跟原先要办的完全背道而驰嘛！农业产业都多元素，将来都会做融合。将来，我跟你讲，任何事情要办是从头就要办的哈。你办了一年，你告诉我将来要办的好，我建议本笔预算删除，干涉所有的预算，我们巴德根本不要了。你要办就要办好，你办的让人都不愿意去，又冷。改善的部分来做检讨。改善，给你机会啦，根本就办不好，没有用心嘛，你根本就办不好嘛。你有用心办好吗？我跟李淑珍议员一样，我们都住在旁边，每个礼拜都有去看。你们有用心办好吗？办不好，干嘛要办？干嘛要花那么多的钱？然后针对我们的在地的农民，巴德的农民有注意吗？没有啊！你都除了巴德之外，还有外县市的。
你要办就要办得好，办不好你办本笔预算删除，我们巴德不要了，我希望相关的预算，你要办不好就退场机制，不要办了，不要浪费所有的钱在你把钱花在有用的刀口上面，预算删除了。我跟你讲，你没有用心在办，干嘛要给你再办的机会？你干嘛就不想办好嘛？给了你钱你都办不好。我们不要这笔预算，我要删除这笔预算，让他们有所警惕。你如果觉得办得好再要钱，你可以增加，你还有第二预备金啊。给了你们钱都办不好，没有用心在办，办得这样哩哩啦啦，还要动员，每一次都几只小猫，然后你办的也不是针对巴德，不针对桃园的所有的农产品来卖，你还卖到在地的农产品。我请问你，你有没有卖南部的？只要不同那个品相的。我们今天这个创意市集最主要是激发我们桃园在地的农民，给他一个空间来办，结果你们都。有。跟一座房。好，那个流氓请议员，那个有很多议员要表示意见，那么我们先听黄婉如黄议员。我想哦，这个市集哦，一个礼拜几次？两天，对不对？是。我们应该要为那个肯牺牲的这些的摊商、这些农民去给他拍手。为什么你知道？赔本的生意没有人做，我每个礼拜都会去。我去做什么？我会去顾我的选票。你知道那是我们后站啊，唯一民众啊休闲的地方。从头逛到尾，当然也有消费，对不对？啊，那突然哦，你们把市集取消了，我回去怎么跟我的民众、跟我的选民交代呢？对不对？我觉得这些的农民，他们会去那里做行销，不计代价的去那边，哪怕是没有赚钱，哪怕是去那边行销自己的这个农产品，我觉得都应该要值得嘉奖，值得赞许，而且也为我们附近的这个民众哦，也为我们附近的民众。在假日多了一个那个多了一个休闲的那个场所，而且也不会没有人呐、啊，对不对？下午有空去那边走，最起码也碰到很多，最起码也碰到很多我们后站的民众啊，是不是？是。所以啊，我想啊，如果要把这笔预算啊要删除，自己不要做的话，我想大家要多多的思考一下。本席是绝对反对。预算三组，而且我希望哦，真的，在农业局这一方面哦，真的，你们要给这些牺牲奉献的这些的这个的农民哦一点鼓励，而且真的说实在，我这礼拜去看哦，大部分都是盘集，很多的人人山人海去逛，但是买的人很少。但是我是觉得说，这个不管是怎么样，这已经达到让民众对农产品、对农业的产对农产品的一个兴趣跟爱好，对不对？有钱就买，没钱有钱的话就逛一逛买一买，没钱的话当作民众休闲的地区，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场所。如果而且一个礼拜只有两次嘛，对不对？那个黄如议员，你是反对删除的。好，范刚强议员。对不起，主席哈，我先这个程序上有一些地方要先厘清哈，因为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350万是这整个这个创意市集的这个预算。可是呢，我们在本页84页所相关只有100万，
那我们现在我不晓得这个刘议员所提的这个删除的所及的这个范围是怎么样？因为假如说是之前已经通过的，应该是没有办法再删除吧？只有这100万。只有这100万哈。对，因为今天现在是审84页。OK， 好好，那就100万的范围哈。那就这个部分哈，我想我的看法是这样，因为我自己本身我是住桃园市，那可是呢，我也是喜欢种东西的，所以说我种的不太好，那我也会跑去这个创意市集去看。说真的，有些地方可能没那么让人家满意，可是我在想哈，一个市集的成型，一个市集要蔚为风潮，大家有去逛的这个习惯，可能需要一些时间。那么我觉得农业局虽然目前的表现没有完全能够让人满意，可是呢，还是要让大家慢慢的去知道这个市集的存在，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存在的必要啊。最少我是希望除了虎头山假日花市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其他的选择。那么对于议员所不满意的地方，我觉得农业局在这个部分还是做出一些交代，我们慢慢去想怎么样做能够做得更好啊。所以我觉得这一笔预算应该要再去深思这个考虑一下，所以我动议搁置这笔预算。好，谢谢。好，那我们先处理搁置案哦。那范刚强议员哦，主张这个农业创意市集的辅导成立花卉专区的100万预算，主张搁置。其他议员有没有人附议？有没有人反对？搁置。84页还没有其他意见？鲁明哲议员。好，谢谢主席啊。我想这个副局长，我请教一下，因为现在倒数第三条的一般事务费150万哈，150万争取这个反正中立农会啊回归，那这个目前法律进度到什么地步啊？对，这部分我们因为中立是胜券在握还是我们委托那个叫情理法律事务所，那给我们提供一些法律建议书，我们会依照一个法律的一个建议书哦来做一些。现在什么法律建议书什么？我认为你官司打到什么？官司不是开打了吗？法律意见书会在106年1月会提出来。什么东西啊？我来跟议座做补充说明。你现在官司打到什么地步嘛？会不会赢嘛？那么就这么简单呢、啊？我来跟议座说明哦，因为这个案子涉涉的层面是比较广的哦，比方说我们财产要回归，以及我们会员要跟不是你现在还没有进入诉讼，是不是还没打官司啊？我们目前是在研拟法律意见书的部分。那因为这个案子，你写法律意见书？跟议座做，这笔跟议座做说明，支持我一下，删除掉了。你到底在做什么、啊？是不是第一个，你带电给谁啊？现在我从从政开始啊，不小心就被之前农会就被人家搞掉了，所以我从政19年，中立是没有农会。我一个从小的梦是希望农会恢复，跟你们一样。对。可你们怎么恢复啊？现在你这个带电款带电给谁？谁能够代表？既然没有中立农会，一个民间现在的组织，你要先给他钱，那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带电说等到哪一天农会重生之后有盈余之后再还给你这带电款。我现在问你，就说官司打到什么地步的原因是什么？去年编200万，去年编200万1月1号给你之后，你写到今天写了10个月再写意见书，我不知道议员可不可以接受了哈。去今年105年你编了200万还在写意见书，明年又说要150万，总共350万。我只想问你，你这个律师团队是陈长文律师团队还是顾立雄律师团队？还在写意见书啊，还不知道什么状况，200万你还不够用，明年我不知道啊，坦白讲我也没什么打官司的经验，但还好我们这边有律师啊，350万，你现在我不知道在搞什么，但我跟你讲，中立人会要回归啊，当时垫的90亿啊。当时人家帮你垫了90亿，然后人家还给你嘛，90亿不算利息，你就还给人家嘛，很简单啊，现在就可以处理啊，也不用找律师啊。当时你谁把那个烂账弄出来的？人家中央农会接收90亿嘛，你现在想办法弄90亿还给人家，官司不要打，中央农会就回来了。我是觉得哈，这官司如果根本很难打赢啊，你不要这样150万去编，中立的农会那些农民产销班啊。每一年就缺100万而已啊，每一年就缺100万，人家信用部可以给其他农会的福利，他们没有，你这100万啊，
中立的相关的一个农业产销班相关的一些补助费用，我们在整个一个整体都是一整体的。好，那个范刚祥律师，范刚祥议员。不好意思啊，因为本人之前这个当议员之后就没有承接诉讼案件了，所以绝对是不必回避的。那谢谢卢议员哈，给我这个机会来稍微说明一下了哈。我先澄清一些问题啦。第一，你去年的200万编列的有执行吗？应该是没有执行吧？跟议座报告正在执行中。不，你现在去年200万缴正在执行中，那你还编这150万是做什么呢？跟议座来做说明哦，就是我们预估打3级。所以每一集是70，所以才会在明年啊，在106年又续编了150万。来，你告诉我去年200万跑去哪里了吗？就是105年的预算呢、啊，105年预算的执行200万的部分、啊。你去年假如说已经委任了，那今年怎么要再重复委任呢？应该没有这个问题嘛？不是委任的问题，主要会在106年再编150万，是为了要打诉讼的审计费用。所以你讲是说3级，你预计全部加才要350万吗？对，预估。那你们现在，我跟你讲哈，之所以卢议员会搞不清楚，其实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你要找一个可以打大规模诉讼案件的，尤其这是算是行政诉讼，又有相当的复杂性，的确不是那么好找这个律师事务所。可是你仍然要有进度嘛，对不对？那你这个进度，你现在这个350万的这诉讼费用是怎么概估出来的？是之前还有其他的律师事务所给你法律意见吗？这个部分我们有多方征询律师给我们意见，所以才用这样的一个预估数下去编106年。那这个费用呢，我们也不会年年去编列。那再跟各位议员做补充说明的是，我们105年这个案子正在执行。就是陈如刚议座所提到，这个案子非常的复杂，所以我们到9月份才标进去。不是、啊、不是、啊，我跟你讲，你这样弄好，难怪议员会搞不清楚了。因为你前面200，那你告诉我前面200万执行的这个进度是怎么样？前面200万只要已经执行的话，你现在应该已经委任律师了嘛？律师委任了没？委任了。好，所以律师已经委任，那已经在做诉讼的准备嘛？对。那你这个法律意见书的性质应该是对诉讼策略的研拟嘛？对。而不是是否进行诉讼嘛？不是，对不对？所以你现在应该做，你要说的说你要做诉讼之前的准备动作，你要讲清楚。那你预估的整个诉讼费用是350万，350万不是小的诉讼费用，即使你打3个省级来讲，可是因为我们中立农会这个事情，它所牵涉到的事项非常的多，要调查事项很多，那么它诉讼时间可能也会这个拖延比较久，我觉得这个地方你们都要讲清楚，因为中立农会的收回对我们桃园市政府是有一定的利益的嘛，对不对？因为农会的相关的事项能够统一到我们市政府来管理，那将来这个诉讼完成之后，我们转交给那个新成立的这个农会，我相信也是有利于中立地区农民的一个事项嘛。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我们代电是符合善意的无林管理或其他的管理。因为这个地方哈，你们真的要讲清楚了。所以哈，我觉得你们没有。好，那么先处理搁置哦。那么对于这笔诉讼费150万。范刚祥议员主张搁置，各位议员有没有人附议？有没有人反对？过84页有没有问题？85页？86页？87页？好。87页，刘茂群议员。主席，你跳的这个真的有点快啊。请问你啊。那个对团体的补助第二项是什么？对团体之补助第二项。是的，是容我简单的一个说明。嗯。那这部分是我们对一个那个农渔民节哈，还有水利会的一个，在整个一个农民节庆祝的活动来做一个补助，以及我们对农民节。还有水利会会员的一个，在今年编了多少钱？在会的部分哦，在那个办理那个。我请教你，今年编了多少钱？今年编了2800万。那明年编3300万。对。那你今年是给的对象是多少钱？多少人？今年的那个是六。
主要的对象我们是针对那个农会议会的一个会员的部分，大概有6万多人。我知道会员一个人编多少钱嘛？200块。200块，总共有多少人？对，那个是买个那个我们在地的农产品。我知道多少人嘛？跟易作作送多少份嘛？就是我们每一份用200块去估，那我们农渔会的部分约6万人，那再加上水利会的部分是45000人的，总共105000人。嗯。那另外还有2800万，今年为什么要变成3300万？因为我们去年在编列的时候是没有把水利会的会员纳进来。去年没有纳水利会的会员。对。是。今年那2800万，那你去年麻烦你，我这个先搁置，你把去年的资料给我 好不好？去年的资料补给我，可以吗？好。那我再请问你，那个是百千万十万，你那1亿4是什么？1亿4？没有，1400。1400。嗯。那1400万的部分，这个是我们辅助产销班的一个耗材，或生产资材的部分哈，那是属于消耗性的一些资材哈。那我们像补助产销班的，比如说纸箱啦。本市各级农会办理农业推广活动。农会相关设计补助，这个我再问这个。像我们农民活，跟易作做说明啊，这笔1400万主要是用在来补助，像我们整个农会有的老旧的 ATM 的一个更换，以及农民活动中心呢、啊、有一些设备上的一个更换，以及其他的推广活动。你今年做了什么？今年？像今年我们这笔钱1400这笔钱呢、啊，我们就补助了农会去做。农民活动中心一些老旧设施的更换，以及 ATM。你做了哪里的农民活动中心？跟易作来报告，有关 ATM 的部分，像龙潭区农会、嗯。那另外有关龙潭区农会花了多少钱？500。对。那今年疫情？500主要是农会自筹一半，然后我们补助250万。那芦竹。像不好意思，就是105年的部分呢、哦，主要有芦竹、还有大园跟桃园区。那我们明年就会针对今年没有拿到补助款的农会来进行。好，那个。好。好，先处理各自案。那么刘茂群议员主张，桃园市农渔民节的水利节赠送会员在地的农产品3300万搁置，有没有各议员有没有人附议？有没有人反对？搁置87页，陈志文议员。好，谢谢主席哈。局长不好意思，麻烦在这边有一笔那个补助新建冷藏。运销加工设施等哈，就是相关的一些设备的一个经费的部分了哈。因为各区的需求，在这边想跟那个贵局哈提一下建议，就是说关于这一笔预算未来的一个使用的一个方向哈。因为各区他们针对他们的一些农产品的需求，针对那个冷藏的部分、冷藏运销的部分哈，需求都不同。那我现在目前就是针对我们大溪中庄地区有关于韭菜办的部分哈。因为我们的韭菜，它这个农产品，它的运销过程跟一般不太一样。他们是农民是希望说，在运送的过程当中采用冷藏车运送。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韭菜这个是非常脆弱的一个那个农产品，好，它那个从收割，他们早上3-4点就去收割，一直到送到那个产销中心，好，这中间的运送过程，他们是希望说哈。包括我们农业局，包括我们农会哈，区公所，是不是说大家共同来去想，针对我们那个韭菜运送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他们是比较需求是在于说，他们已经有冷藏库是没错，但是运送的过程当中，他们是希望说有冷藏车可以做一个运送的一个部分啊，我是希望说未来你们这个经费哈，这相关设备经费的一个使用的一个部分，是希望依据各区的需求不同。然后来做一个设备的一个需求量的不同，来做一些不同的一个设置，好不好？好，谢谢。好，谢谢易作主席。好，谢谢张文议员。不好意思，刚刚他先讲。
那个谢谢主席哈，那个农业局那个局长哈，我想有关于87页哈，那个其他补助及捐助的这个部分，那我们在82页的时候呢，也有一个委办费哈，这个300万，那么作为青年从农相关的这个辅导计划哈，我想针对这个预算哈，我不是要做删除，而是我有一些建议哈。是。那第一个呢，你这个青年从农的这个相关辅导啊，我想大家都知道，现在农村哈，这个就是耕种的这个农夫啊，他这个年龄哈老化的非常的这个严重，而且呢，这个农业人口哈外流呢也非常非常严重啊。那所以有很多的这个农地呢，就是呈现一个这个废耕的这个状况。那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啊，那么他们希望返乡来从事这个农作的这个工作啊，当然需要政府给他们相关的这个辅导。但是呢，我看了你这个辅导计划里面啊，你的这个辅导的这个内容呢，分成三大部分哈、啊。第一个是农业系列的这个课程，那第二个呢就是农业实习，第三个是辅导农业经营和创业啊。那我们是为期7个月，那你培育的这个所谓青年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农业人才啊，你限定的这个名额是30名嘛，对不对？是。30名，然后呢，你这个年龄呢限制是18岁到45岁哈、啊。那我个人的这个看法呢，我是说哈、啊，第一个呢，你这个经费呢，你要就是真正的落实去做这个相关辅导的这个工作，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我希望呢你能够啊扩大这个青年辅导，就是培育这个青年啊返乡做农作这样的一个员额啊，因为你现在才限定30个嘛，对不对？那你应该针对我们相关的这个农户去做一个普查，有意愿要返乡从事农作的这个青年那个做一个这个普查，然后呢你要把这个辅导的这个对象呢做一个这个扩大，不要只有那个一年只有辅导30个人啊，那我个人认为太少啊。那再来呢，年龄的这个部分哈、啊，18岁到45岁啊，那我是在想说，你有没有可能再把这个年龄呢再做一个这个修正，比方说18岁到这个50岁啊，这个年龄把它扩大一点，让我们这个农地呢能够透过这个辅导计划啊，能够再生，然后能够再活用。让我们桃园的这个所谓农地呢啊，可以蓬勃的有生机啊，这个是我个人的这个看法了啊。因为你这个全部加起来，这个经费大概有委办费用就花了300万嘛，对不对？委办费用就花300万哦，可是你相关的这个辅导的这个计划的费用却只有这个500万啊。那我个人认为哈、啊，你是不是要去检讨整个预算的这个结构，还有针对我刚刚提的那个建议事项，好不好？谢谢议长。好，邱家亮议员。好，谢谢主席。局长，我请教你编那个4300万哈、哦，你补助哈、哦、农民那个1、2期稻作，还有肥料服务到家嘛，对不对哈？是。我请教你现在哈、哦，很多农民跟我反映啊，你现在肥料1期、2期的肥料是怎么送法？是一次就要全部要载吗？一次就要把一整年的肥料带回家吗？好像是这样子，对不对？分期哦，那主要我们是对于它那个肥料的一个运费的补助，还有烘干费的一些补助。我知道了，我现在讲你可能没有了解情况，很多农民跟我反映，局长，很多农民跟我反映，1期、2期肥料一次，他就自己要载回家，载回家没有关系，有些人种了一甲、2甲还 OK， 有些人种了10几甲、20几甲，他哪有那么大的仓库可以放？放肥料，好不好？这、就是很多农民的心声。不要一次分给那个农民，你一期一次载走 OK 嘛？你不要连二期一起载走嘛，对不对？好不好？你肥料你可以慢点到农会没有关系啊。装置的空间呐、啊。对啊，你台肥的肥料你不要一次全部塞到农会来嘛。对。你一期一期来嘛。农民没有家里没有准备那么大的仓库可以堆放这些肥料，他还很多的农机要放嘛。好不好？这是很多农民的心声。你肥料不要叫人家一整年一次领完，分期来。我们乡下很多人种了10几甲、20几甲的农地，好不好？好，好，拜托这点要注意好，不要一年一次就叫人家把肥料带回去。好，谢谢。好，谢谢议长。好，林正峰议员。讲得很正确了，你可以依他的农地大小，农地小一次载没关系嘛，
农历大了，尊重他们医院婚期赛好不好？哎、嗯，那农历大小做又处分了，谢谢。好，谢谢议座。好，针对87页还没意见。周以晴议员。局长，谢谢主席啊，请教局长啊，那个1400万补助什么本市各级农会办理农业推广活动经费，你是到分给几个农会啊？这个是一个两那个一个是经常门，一个是资本门哦。那1400万的部分，那最主要我们是对于那个我们农会的一个活动中心，然后相关的一个公那个设施的维护。刚刚又讲过活动中心，现在也是活动中心。还有我们，那还有相关的一个农产行销的一个推广，这个都在这个里面来做一些支应。去年编多少钱？对，一样。农那个一样。一样。一样。那去年你给哪几个农会资料可以给我吗？可以，像我跟议座补充说明哦，在104年就有补助杨梅区农会500万来做整个办公厅舍的一个更新。去年有给了。对。今那明这个编这个1400万，明年呢？因为刚才就是105年的时候，像104年我们就有补助杨梅农会，那到了105年我们就有补助桃园区农会、芦竹区农会。龙潭农会以及大园农会，那106年我们会来均衡整个补助哦，所以我们会以还没有这两年没有拿到补助款的农会优先来做补助。OK， 我想每个区的农会都要分配到，我怕我杨梅没有哦。好，那我赞成这笔预算。好，87页还没意见。鲁明哲议员，要想因为刚刚延伸刚刚的问题啊，因为现在中坜区就业农民啊。这个有些的其他区块可以受到的一个照顾的部分，有些的我们觉得啦，觉得他们是比较受到照顾相对少一点。我记得那时候副局长我在中坜市最后两年有办那个粮食米稻米的竞赛活动，啊，那时候农会人来讲，哎，那时候你们不知道是谁讲说，哎呀，这个真的很特别啊，一般都是农会在办，啊，这区公所在办。那我心里很多农民听了也是难过了，因为中坜农会。希望回归是我们的终极目标，可是等到这个终极目标之前呢，3年、5年、10年、8年，其实我们很多老农都在期待他现在相关的事情。我就请问一下，你这边编了两笔嘛哈，这个补助本市各级农会办理什么活动啊？补助这两笔，一个1400万，一个800万。我的意思说，你可不可以跟我讲中立的部分啊？中立的部分你是补助给谁？算给谁？给台湾省农会吗？像跟议座说明哦，比方说像农民节的部分哦，对，其实我们因为它比较特殊，是由公所在承办。那像我们在产销班资材补助的部分，绝对也不会少了中坜的一个农民。不是啊，你有没有在中坜的部分这些经费，有一些是哪些灌到中华民国农会中坜的办事处的？大概有多少钱？有关经费的部分我没有细算，那我是不是会后不是没有计算？以后中坜以后中坜的农民。就把他现在农会的功能暂时就由区公所来代理好不好？他有农经科，可不可以？那个部长，我是讲真的一个问题啦。你这个钱到台这个过去台湾省农会，现在中华民国农会越做越大，我没有意见啦。但是他农会一个中立办事处，我说实在，你再怎么分，你把粮食丢进去，过了几手到这边，说实在了，没剩几粒米。你直接像很多的活动，你们透过区公所直接去补助嘛。那有一些我拜托一下，因为很多农民在讲，现在没有农会，但是农会相关他们期待的一些主要的功能，我们是可以给他，是让我们钱也有给他，中立也有一份，但是你分到这么高层再下来，那个粮就不太对，米也少很多，所以我在这里请副市长对于中立的农会，你们现在要补助在这个部分，如果有要到机构里面去的，我希望你们可以考虑能够可以帮忙的都到区公所。农经科能够直接把这个部分给我们中坜的农民，可不可以朝这个方向来做研究？我想跟卢议员建议这种方式是可以的啦。我想本来要给农会的部分，只要适合公所来承办处理的部分，我想我们就是啊，因为我们一方面我们支持打官司，是照顾农民的方向来考量；一方面我们希望中坜农会打官司，就希望中坜农会未来可以主导农民的一些部分。但是事实上，我们现在希望未来他主导的部分有很多部分，我们可以透过预算现在就给他。主导权现在就协助他，所以这个部分呢、啊，我会拜托部长跟这个我想这个市长哈，农那个公所来处理的部分，我们就对研究一下了，好不好？去公所可以直接给农民哈。好，87页还有没意见？接下来领务工作预算金额
9407万2000元，页次88页到102页，总共有15页，从88页开始审查。88页各位同仁有没有意见？89页有没有意见？90页有没有意见？91页有没有意见？92页有没有意见？周义勤议员。好，谢谢主席，请教一下啊，我们办理那个捕风捉蛇的，怎么编那么多钱？那是你给消防局的吗？这个部分是，这笔钱是那个我们，给那个义工义消的一个津贴，他们在整个服勤的部分哦，就是说他们每天早上到晚上，到早上八，早上10点到八晚到晚上八点，这个一天给他们多少津贴？一个津贴，一个小时200块。一个小时200。是。多少人？353人。才353个人。是，那其实我们义消的一个兄弟。其实我觉得这笔经费还是不够啊，为什么？是。因为每个分队啊，可能才一个义消在那边看着，只要2个人说我家里有蛇要去抓，通常哦，他去抓一个地方，等他抓好到另外一个地方啊，蛇早就跑掉了啦，效果不好啊，你知道吗？要编就编足一点，要才每个分队才一个义消，而且义消有的也很怕蛇啊，不是吗？和我一样，对不对？你应该给他们有个保险之类的，不要说一个小时200给他们。跟你做报告，保险的部分也有另外做那个做保险的。保险另外也有在编。是，对。这真的没有效果嘞。对对。因为你这个人数才一个人而已，一个分队啊。那跟一周报告，我们可能在整个一个执勤的部分有分淡季跟旺季。那如果说，好，那你去年花掉多少钱？那个去年的部分，这边跟一座来补充哈。那我们分4个大队哈。那每一个大队，第一大队、第二大队、第三大队，每一班是我这边补充是5个人哈。那第四大队是因为是复兴80，所以每一班是9个人。那到目前为止哈，我们总共薪资跟保险跟相关的业务费用，是动资了大约1500万，那是353个人。那今年有编多一点？今年跟去年是一样，但是诚如议座的建议非常好，真的是人力稍微有显不足哈。对，对，这个我们会再来机动性的来做调配。好的，那再拜托你哈。是。OK, 好。好，邱家亮议员。局长，跟我们周议员讲这个哈，捕风捉蛇有没有？是。我给你报告好不好？我本身就是义消的顾问，我跟你讲义消的心声。人手本身不足，像我们冬天一根留守就可以了，夏天好像我记得好像中立跟杨梅有2个人在支援嘛，对不对？我们几乎都没有，就一个而已，一个一定不够，抓一条蛇2个人去的话，一个人没有办法处理，好，所以你要看，如果说像夏季的时候蛇很多，就一定要排2个人，啊，我想每一区可能比较复兴啊，我们乡下地方观音这些。可能比较需要了，其他比较都市的可能哈、没有那个比较偏乡哈、那个蛇比较多，可能不用了哈，你们自己拿捏。是，我们新屋一定需要至少2个人来支援，还有这个工作要以义消为主。你们编了，我跟你们反映，上次开会跟你们反映，你们没有去执行，我直接找那个消防队去，有跟他们了解情况，好不好？你这个是要给义消的一些津贴，他们确实很认真，在抓蛇，还捕风这些，好不好？是。好，所以夏季的时候你要记得，明年夏季开始，好，我们偏乡都要安排2个人互相支援，好不好？好，谢谢。好，人力。好，92页还没意见。93页有没有意见？94页有没有意见？95页有没有？徐玉树议员。好，主席。主席，谢谢主席哦。副长，感谢很多议员啊，都很支持啊。我刚好是义消啊，哈。那有关于捕风抓蛇啊，那是当然，现在的这个警消的情很重了、哈。那而且市长啊也有心啊，想要这个收编啊所有的义消啊，我也不反对了哈。那但是啊，说实在的哈、钱啊要花在刀口上啊。这个在一般啊真正进步的一个国家啊。
这个捕风抓蛇一定是委外，我跟你保证啊，委外啊，它的这个预算哈、啊，一定可以减少一半以上的、啊、哈。但是这个我不讨论哈、啊。那而且我觉得义消大家领这个钱也领得蛮高兴的。那这个我提的哈、啊、是这个捕风抓蛇的这个公务油料啊，这边一百多万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写错、啊？137万9000。啊，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们是，我告诉你啊，你应该没有了解哦。我们总共有四个大队，每个大队呢租一台车，每次捕风抓蛇的时候，这台车就会出去。不好意思，是总共四个大队，我们租了八部车，那每个大队有八部，一年你可以跟我烧掉100多万的油料啊，副局长，你有没有搞错啊？我们这个油料到时候还是有控管。科长，来，科长，今年你用了多少油料？目前大概我因为我这边手边没有统计资料，会后再来补充。八台车一年烧掉100多万，你们编预算是用蒙的，是不是？八台车一年130斤，如果这个科目里面有任何一个字是包括还有其他什么什么，好，那我给你解释。你这个捕风抓蛇，我最清楚啊，我研究捕风抓蛇已经很久了，你这捕风抓蛇。可以跟我烧掉一年100多万预算，你们预算怎么编的？啊，你们财主，你们都编预算都不用经过你们财主吗？我还特别打电话回去问消防队啊，我说车子到底四个大队嘛，对不对？车子出勤的时候才有开那部车子嘛，是不是？这个一年，去年编多少啊？那个我这边来跟易座来说明哈，那因为我们明年度有编预编了13，要租用13辆的公务车，那每一台公务车哈一天我们估计是150公里这样子啊。什么东西？一天150公里？对，乘以365，你没有旺季，没有淡季，你们的逻辑，反正就是我多少天我就是乘以多少钱，你根本你。你编预算，你根本不用大脑去想，没有旺季跟淡季之分吗？有淡旺季之分。啊？这边再跟议员补充哈，我们的油料的核销是有一个机制的。那如果是加油的那位义消的话，必须要签名，单据也要签名，并附上他的身份证。是吗？对。所以啊，为什么当？那个黄如意，农业局啊，我想哦，你们这个捕风捉蛇哦，说实在，你们只是编这个预算哦。那桃园好山好水哦，所以哦，这个蜜蜂啊，还有蝴蝶啊，还有这个蛇哦，都喜欢来桃园群居哦。那我请问你哦，这执行了一年以来哦，到底你们的成效是怎么样？这。像一年的话，像如果像今年的话，1到9月份，我们受理了7738件，那来进行捕风抓蛇这样的多少？7738件。7738件。对，到九月份的部分。好，那你们这个一百多万是直接全部拨给消防局去核销吗？这个是我们是检具单据哈，并要附上相关的出勤证明，然后我们才会按核实来给予金油料的经费。我想像这个捕风捉蛇哦的这个为民服务工作，真的是有点挂羊头卖狗肉。消防局一进去。就是一个捕风捉蛇大队，一个很大的牌子，但是经费却是由我们来出，然后这个成员呐、啊，又是由这成员又是由我们义消来处理，由义消来去处理，对不对？那局长是不是可以把这个真的也不要这样子美其名说为了我们那个什么？这个是为了什么让义消朋友让消防伙伴不要消防伙伴不要那么辛苦做额外的事，所以哦就给他们成立一个捕风捉蛇大队。其实这根本就应该要回归到
既然是这样，钱是我们出的，人也是他们出的，我们只是在于出，我们只是在于出这个经费嘛，对不对？还是哦，让他们回归到他们自己的工作，让他们自己去处理，是不是？是不是容我说明？这真的是没有意义的。好了，你说明。那我们就说这个那个捕风抓蛇，主要是依据我们消防法的一个紧急救护哦。那我们请义消，对于我们整个危害到我们，比如说民众的一个生命财产安全的部分。是啊，你这样讲话，等于是根本就是人他们出钱，我们出，这跟以前有什么两样呢？啊，牌子也是挂在这个消防局呀、啊。那是不是？主责不一样，那这部分我们都会。对对，啊，油钱是我们在出，是我们在控管来做一个查核，对不对？那何必又要多一个婆婆来管他们？物料的部分会核实的。蔡永芳议员，好，谢谢哈、哦。那个副局长，是因为拄啊，咱个议员有意见的是讲，你若编遐尼侪钱，哦，就我知道，我们现在公务车哦。应该有那加油卡不是吗？我们一般公务车都有加油卡，凭着那张卡上面都有我们那一台车的编号的那个，去加油的时候他直接打那单子出来，是不是这样子？对，那卡片都有加油卡，没有错嘛。每一部车都有加油卡。啊，伊效果是直接对咱迄个公务机关来欠嘛。对。那我请教你，这137万这无吼？这个部分伊的核销干嘛呢？对，是这样子吗？没错，而且我们还会核对他当天的出勤的位置跟记录，对不对？我们一并来核对。他走了多少距离？他有一个出勤的 GPS。领导下嘛，啊，加油的指定去哪一些的加油站加，然后上面有加油卡的编号，有车牌的编号，对不对？有。还有时间什么都有。是。回来还再核定一下，所以基本上是未遭下面的。只是讲大家靠意见是讲啊，刚137万够，刚足济安尼。是因为咱抓较少，为什么？因为这一天105公里，哦，真正嘛走真远啦。但是有阵时有轻雾的时阵，咱感觉油量个变好少，吼、哦，嘛袂使讲因为讲年度的油无够，哇，无走出门，吼、哦，过来，迄只或者二小阿婆啊吹过倒头，对不对？所以咱个用意是伫遮啦。我希望讲哦，既然拢较清楚啊，这个加油的项目是用这个加油卡。顶头有车牌的编号拢有啊，而且是正常的管道去核销，上面还注记出什么勤务跑几公里，都那么清楚了。我希望大家对这个预算就给他过了，好不好？谢谢哈，感谢。好。鲁明哲议员，谢谢，主席，我提供农业局一个建设性的意见，包括那个林科长。我现在想到了，我现在想，因为其实我想这个去年这个组织的变更，变成捕风捉蛇，变到农业局，然后工作还是消防局在做，其实我是觉得变来变去不知道在变什么了。但是问题点，你们现在编那个油钱啊，编人力我没意见，因为人力要 stand by， 没事他也在那边 stand by 公道，那编油钱就要考虑产值了嘛，就是要去跑多少公里去抓蛇，对不对？抓蜜蜂嘛，不然没有蜜蜂，他不用动车嘛，对不对？好，那你这个编的这个钱100多万，你知道吗？算了一下，平均油价26块的话，你是53000公升啊。如果以汽车来看，你一年预估要跑大概将近50万公里啊。我帮你算过了，50万公里啊，从基隆跑到屏东500公里啊，算一算，你一年要跑1000趟，台湾头跑到台湾尾。然后呢，除以365天，一天要跑3趟，也就是说不分寒暑，不分天气，每一天都有蛇，都有蜜蜂。你一天啊，这个车啊，要从台湾头跑到台湾尾跑3趟，这是你们的工作量。好，那我想到这个，你们这样的编，表示有这个企图心，那也是我们可能桃园啊有这么多的蛇跟这么多的一个蜜蜂啊，你们才会这样编油钱啊。那这样的好不好？我是不是跟你建议一下，如果这个工作要农业局来做，一定有它的意义哦。如果你把它定位成害虫，哦，那应该是环保局的。哦，如果你把它定位成宠物，哦，那应该是你动保处的。可是你定位什么？其实我们这样定位，把它定位成农产品，好不好？我的意思说，今天抓完蛇之后，没有人在想过，
那些东西去哪里，那些好东西去哪里。我今天就跟你说，这些好东西如果你把它当作一个农产品，补完之后你后面能不能生产，什么生产，对不对？你知道什么生产吗？蜜蜂可以泡酒嘛，蛇可以干什么？蛇我跟你讲，抓到那很怪的卖很多钱，你这些产值你通不算，所以大家会有这个奇怪嘛。但是我还是建议你哦，未来所有抓到的这些把它当作经济的农产品，你们所有专业单位把它回收之后，我跟你讲，就是农业创业市集在卖。我跟你讲，只有你这边卖得到蜜蜂酒，卖到蛇的时候啊，哎，我跟你讲，是实际上啊，你既然抓这么多来，我只叫你抓这么多来，你们去用嘛，来的只有到你那个现在没有人去逛的农业创业市集啊，只有在这里卖得到很怪的那个蛇嘛，还有这个蜜蜂啊，这个泡酒的话，你觉得人会不会很多人来这边参观？啊，我帮你这个两个问题一次解决掉了，你们可以好好去思考一下，这个东西如果是一个经济的农产品，它该怎么样去做？怎么样把这个东西未来农业博览会啊，也可以做一个你们今天。那如果涉及到野生动物保育法的部分，我依照规定来做处理。那，对，那你刚刚建议的部分，谢谢一座给我们的一个休息十分钟。
继续审查九十五页。各位同仁有没有意见？两位超议员。哎，就叫我们农业局局长哈，我想针对刚才的捕风抓蛇大队那个油料的编列哈，是不是请科长再细度说明一下，为什么要编列到130几万？好，跟这边跟议员报告哈，原来我们编的那个量是，我们一公升预计是30块，13辆车，好，那一路程的远近不一哈，我们原来是编了。100公里，每天365天。那我想，我们这个是按照核实哈，并按照他的出勤记录来核实来做支付啊，所以原则上是比较不会有问题。那我们想说，议员也很关心，我们是希望说能够多编一些。如果在其他的部分，捕风抓蛇业务费不够的时候，我们可以相互的来匀支。我想油料归油料了，其他经费归其他经费，这样挪移过去我觉得也不太适当哦。我想你现在只有8台车嘛，对不对？所以你一年的今年度是8台，明年度是3台。好，明年13台，好，我现在算是13台好了。那你现在从年头到目前为止，你总共是7间建嘛，对不对？到9月底为止是7800。好，7800多件嘛哈，所以一台车呢，平均一年大概100多件左右嘛，对不对？对，以这样子来计算。那平均一个月一台车大概几件？一台车平均一个月大概几件？大约100件左右。100件左右嘛，对不对？是。那平均一台车大概一天大概可以跑几公里？如果山区会比较公里数会比较多，大约一案件数哈，大约大概20-30公里，也不超过40公里。平均20公里左右，那一公升可以跑10公里嘛，对不对？是。所以大概平均一天他就跑20公里左右，所以油料大概在一天大概一台车在60块左右嘛，对不对？是。所以一台车一个月等于是6×3=18,1800左右嘛，对不对？所以你假设有13台车的话，大概是两万，我抓3万块好了，好不好？所以一年大概油料也只要36万啊，所以你编130几万，明显编偏高了。假设你今天编个5-60万，我觉得大家可以接受。所以这跟对这个经费部分，我觉得应该要检讨，先暂时搁置，说明清楚再行通过，好不好？好，我们先处理搁置哦。梁惠超议员主张捕风抓蛇为民服务工作的137万9000元搁置，请问各位议员有没有人附议？有没有人反对？过。95页有没有意见？王如议员。好，我还是要跟您提醒啊，这个捕风捉蛇的这个业务哦，是不是可以回归到消防局去？你看哦，你刚才讲一年才抓几条，7000多条，对不对？然后你的本钱，你的成本就2400多万了，等于是一条，等于是抓到一个案子的成本是多少？3000多嘛，哈，对不对？这样算划算吗？那个因为涉及到人民生命财产案件了、啊，这个可能比较不是啊。那我们编这个预算，然后让那个消防局去执行，那根本是没有意义嘛。当初是为了要减轻他们的负担，对不对？打火兄弟的负担，结果现在这个业务回归到这个义消，而且成本还那么贵。对不对？这是叠床架屋的预算啊，是不是？可以吗？这个部分，我们还是依照这样的一个执行方式哦。那义消的部分，在执行也好，在整个一个执行效力也好，是说，为民服务的部分，我们会认真来做一些督导。而且你这7000多条的，你这7000多笔哦，7000多笔算起来，365天。一天有20几件哦，是不是？这个件数，我这边跟议员来的一个时辰来。对，我这边跟议员来做说明哈。我们105年1月到9月共计7738件哈，那总共平均一件是1461.9块。那10月以后，我们还是陆续在增加中，还在统计。好，那个、啊、副市长，我想这个哦，这个。你刚才在讲到捕风捉鱼，捕风，你笑得很暧昧啊，对不对？
所以本席本席就感觉到你认同哦，这个捕风捉蛇的这个业务应该要回归到消防，而且啊，这个成本真的太高了，是不是？啊，是不是？您刚才坐在那里一直微笑，一直点头，希望你把本席的意见，宝贵的意见带回去告诉市长，可以吗？我想谢谢黄议员的建言呢、啊，我们回去我们再讨论。我跟你讲，你可以把这笔预算给那个消防局当做义消的福利，对不对？但是你不要在那边挂着，在他们那边挂牌，然后我们这边出钱，然后做一个重复的一个预算的支出。我想跟议员报告，因为主要捕风捉蛇的业务，只要依照权责范围，应当是农业局要去处理的。啊，但是确实实务上是消防局帮忙做。那我们自己编组嘛。啊，消防局在做，对不对？我们自己来编列，我们自己来编。那依消在做的时候，我们才用更好的方式去做。但是用更好的方法，我们再来考量，好不好？好，95页，还有没有意见？过。各位议员同仁，那么我们今天呢，庞廷喜，我们机车。中壢區機車工會由謝淑芬會長領導，在我們這個旁聽席，我們熱烈的掌聲表示歡迎。好，謝謝。繼續審查96頁，各位議員有沒有意見？97頁有沒有意見？陳志文議員，是哈，那個我想那個。捕风捉蛇会回归到专那个农业局，那基本上就有他一些专业的一个考量嘛，哈。在这边我想请问一下，就于你们之前那个一些费用的部分跟编那个编制的部分，哈，本席在这边没有太大的意见，也全力支持。那针对你们这个97页的这个办理捕风捉蛇的相关的一些设备的部分，因为你里面有提到蛇笼、蛇夹跟捕风衣的部分，哈。局长，我在这边是建议啦，哈，因为我知道你做事情都很认真，哈，啊，也很谨慎。我在这边是建议你们说，哈，当然第一个，既然哈这个业务已经回归到你农业局，但是呢，你们又希望说义消部分能够协助，那所以呢，你们技术指导面的部分，你们要提供你们一些专业的一些技术指导给他们啊，对不对？哈，这第一点。第二点，有关于你们那个蛇笼蛇夹，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大溪、复兴都是隶属比较山区，那边呢最近有很多野放的一些行为，所以造成很多外来种侵袭啊，比如说像蛇啦，吼，那现在蛇大家都知道很多的外来种，像什么眼镜蛇，对不对？那边很多的那个义消那个弟兄们是跟我反映的，吼，你们现在现有的那个蛇夹的部分跟蛇笼的部分，尤其是蛇夹的部分。你们现在分配下去的部分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应付这一些外来种的一些侵袭，当他们遇到的时候，他们只能目视着让他离开。为什么？我们现在分配下去的蛇夹的部分只能针对我们台湾的那个本土种，好，来去做一个捕捉的一个动作。但是针对外来种，因为外来种他们比较凶悍，他们的体积又比较庞大，那像那就眼镜就那么粗一条啊，那根本义消弟兄们当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去靠近。为什么？因为他们现有的设备跟不上他们一些野放的一些行为。所以我是在这边是建议说，哈，针对这个部分，你们是不是需求面的部分，有没有下去做统计？哦，我们钱要用到刀口上，我们是希望说真的能达到我们前线义消弟兄们当面对这一些外来侵袭的时候，这些物种。你们有没有做一些技术指导？好，第一个，第二个，针对这些外来种，那你们这些设备部分有没有补充？好，让他们面对这一些问题的时候可以迎刃而解。如果义消新的义消上来的话，我们都必须要完整的一个受训哦，能够去捕风抓蛇的一个实务的一个技术和技巧，来做个教育训练。完成这样的训练以后，才能够上场。那第二点，刚刚工具的部分，我们会针对我们现有的工具，刚刚讲外来种的一个，譬如体积比较庞大。或力道比较大的部分，那义消兄弟在捕捉的时候可能会威胁到他的安全的部分，我们也会来确实来做一个检讨。对，那但是针对有些野放行97，
好好，谢谢议长建议。97页有没有意见？98页有没有意见？99页有没有意见？100页有没有意见？101页，周义勤议员。好，谢谢主席，请问局长啊、哦，那个我们最后一个对奖，那个奖补助的啊、哦，就是说我们补助办理早教保护区还有湿地野生动物保护的啊、哦，这个补助团体，那个你补助哪些团体啊？这边跟议长报告一下，那最主要我们这笔的预算是针对我们，譬如说高雄野生动物保护区，还是说我们关心早教区？我们桃园有哪些保育类动物啊？那桃园的部分就是我们在那个大园的部分有喜寿港国家重要湿地，那在观音新路的部分有我们关心早教，那在我们高雄在我们杨梅的部分有高雄野生动物保那个。讲到高雄野生动物，对对，还有我们食物的一个。高雄的是什么？台北刺蛙对吗？是台北刺蛙。现在还有几只啊？102年的时候调查是说，本来是12只减少到7只哦，那之后的调查数据你们也不敢公告哦，那到底现在还有没有台北刺蛙在里面啊？我们依照我们那个湿地协会的一个专业调查，那你是照他的协会，可是协会都不敢公布啊。你有去看他的其中，你有看他的报告吗？然后我们农业局也花了，每年都花了30几万去补助这些社团嘛，对不对？我们是行户的部分是跟在地的哈、哦、社区发展协会来做一些合作，希望他能够在地来做一些我们保护的一些工作的一个行户。那有成效吗？你花这些钱下去有成效吗？那你看去年也好，今年也好，你104年也花了30几万在这个协会上面，今年也是对不对？好，我看你给我的报告也是这么写，可是成效在哪里？当地的居民有没有参与呀、啊？很多居民和我反映说，农业局说要辅导当地农民转做啊，转别的东西啊。请问现在辅导多少农民啊？对不对？你把那个地区规定为台那个刺蛙的一个栖息地，连一个刺蛙也没看到。我一个台中朋友来说要去看。也看了好几次，也是没有看到。然后那个呢，我看红火蚁很多啦，哪有什么台北刺蛙？这个应该要好好做。我们给你们经费，你们要好好做，不是说哎呀，我委办给你，你去写个报告回来给我，我就了事，对不对？是啊，开会我们民意代表不能去参加吗？这个部分我们会检讨将来在社区的一些相关的，我们编经费给你，我们去参加也不可以吗？你们一社区的相关的活动，我们会来做一些体检来要求。那你带我们所有议员来去看看台北刺蛙长得怎么样子嘛？很多议员也没看过啊，包括我也没看过，好不好？会后带我们去参访一下，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啊、哦嗯，那就拜托了，这笔预算就这样吗？好，谢谢。想请问有关于哈这个2500万哈办理106年度环境加强绿美化工程费用，这个是要施作在哪里？好，谢谢议长。那这笔钱最主要是我们将，就是说我们对整个市容的环境绿美化的一个营造的一个工作，最主要除了我们相关的一些节点，或是说相关的一个我们重要的一些。我们的希望说规划的地点哈、哦，譬如说我们以前的，譬如说南台湾交流道，或是说我们在林口交流道等等，我们重要的一个街道市容绿美化的部分，我们希望透过这笔预算来做一些营造跟采购。好，那目前已经有相关的规划地点了吗？科长说明一下。这边跟议座报告哈，我们原先会延续到105年那个巴德跟杨梅交流道下的那个匝道的绿美化哈，在接下来我们106年度会规划几个重要的节点来展现我们的绿美化。那另外我们这个年度我们都会做一个开口合约哈，那针对有需要的部分我们会再来做开口合约，然后另外配合一些重要庆典的活动来做一些美化的布置。因为哈、哦，我们桃园哈、哦、是茶花的一个产销的地方嘛哈、哦，
但是哈，最近哈，有时候发觉哈，有一些点呐、啊、哈，变成说这个花草的部分呐、啊，可能还是需要加强哈。我是希望说哈，你们会后啊哈，能够哈把有一些就是都市的哈路口意向的这一些区块哈，能够来加强。是。好。好。好，谢谢一座。啊，会后能够把目前的相关的要规划设置的点哈那个报告能够给我们。好。可以。好，谢谢。好，谢谢。好，针对101页各议员有没有意见？过。102页有没有意见？过。好，接下来渔牧工作，预算金额2,3,789,500元，页次103页到110页，总共有8页，从103页开始审查。好，103页有没有意见？104页有没有意见？105页有没有意见？叶明业议员，谢谢主席哈、啊。那个针对0251啊委办费啊，这个354万啊，办理永安竹围渔港的清洁管理与维护工作啊。是。我想。这两个渔港也是我们市政府的这个推动观光的这个重点之一嘛，对不对哈？对。那你编列354万两个渔港，就针对那个渔港，你的面积有多宽呐、啊？你维护的面积有多宽？在竹围的部分哦，它公告面积有达到94公顷，那永安的部分，不是，那个局长这个。这个面积这么宽，你只编列这300多万，而且是两个渔港，你第一个你觉得够吗？对，上个会期我有咨询这个永安的部分啊，这个周遭的那个环境非常的脏乱，对不对？垃圾一堆，我相信你有看到嘛，对不对？那本溪是想说，既然是那么宽，要不你就是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佐证，让它旁边的周遭环境落实的能够把它做干净来，然后把这个观光的这个区块能够落实的推销出去。你若是撸垃圾，环境越糟糕越这个越脏乱，人家就不会想要去嘛，对不 对, 对, 对？那给人家是个坏印象嘛，对不对？那本溪少说，你这300多万到底够吗？不够的部分，那你后面的部分你怎么去处理啊？跟一座报告，这350万最主要是说两个渔港的一个清洁。工作的一个维护的部分，那我们希望最主要我们是刚刚讲，最主要针对陆域的部分，对，就是我们相关的一个。局长，我告诉你，经费我没问题，是哈，我只是质疑说，你这些经费有没有达到这个效益？如果没有的话，对不对？如果没有的话，那是下个年度是不是能够编多一点，把落实一点，还是说干脆就用什么方法哈，让民间去认领嘛，是不是这样子？有没有什么方法来做补救？不要花的钱还是乱七八糟、脏兮兮的，这样子是不对的，这样是浪费民脂民膏，好不好？好，我希望你们的做法要落实一点，好不好？一定会针对我们的采购企业来做核实的一个要求，也希望能够达到实质的效益了，好吗？好，谢谢。好，谢谢易座。好，105页有没有意见？哦，有何议员？谢谢主席哈、哦，那个赖局长哈、哦，我针对这一条委办费的哈、哦，354万，我们永安跟竹围渔港哈、哦，是，你这个委办是我们共同跟渔会那一边共同来做的吗？不是，这是我们由我们农会局这边来采购，发招标以后，招标对，那来要求厂商依照合约来履行。对。那我们希望说，我们竹围渔港跟永安渔港哈，我希望清洁的工作呢，不要只做表面，要彻底，哦，譬如说你在人群聚集的地方你有做好，但是沿岸展伸出去的，有很多地方都需要啊，去做一个确实的清洁管理，好不好？好，一定。因为竹围渔港呢，我们也常常去看，我们去看人潮多的地方，我去跟他走一走，走到沿岸底下，走到渔船停泊的地方，那边味道就不一样了，渔具放得乱七八糟，游客吃一吃东西也都乱丢，
那我们希望说在做清洁工作，而且也要做垃圾宣导。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说你丢我捡，那我们现在还是要实施这句话吗？你丢我来捡，没有，不是这样子，你不丢我就不用捡了嘛。这个你们要做一些孩子啊去做宣导宣传嘛。我在工作报告的时候跟环保局也讲，要做垃圾分类，教导人民如何做垃圾分类，那些设备你要放好嘛，好不好？有很多工作横向联系的，来把渔港、永安渔港跟竹围渔港，这个呢是我们观光的重要地点，来把它做好，让人民来到可以来这边消费，看到一个干净美丽的环境，我们人潮才会来，人潮才来了，我们才有钱潮嘛，哦。那经费给你们，你们确实认真用功的做。好，谢谢。好，谢谢一座。好，105页还有没其他意见？106页有没有意见？107页有没有意见？108页有没有意见？鲁明哲议员。谢谢主席啊，我想本月哈这个第一条预算4000万，针对竹围永干渔港公共建设的相关的一个投资啊。其实我刚刚几位议员的看法都一样啊，能看到有一些城市啊，他们特别发展渔港的一个经济啊，真的不管是把它弄得美轮美奂啊，就是让大家变成一个休闲一个重地，这两个部分都是目前我们整个桃园甚至外面来观光的一个休闲的一个重镇啊。但是其实有一部分是有一些乱象的哈，那这两年我看到投资，我想请教一下这个局长，这到底是你提的计划，是我们有全面的计划，还是今天补东墙明天补西墙？因为我看到很多的计划，你要把一个东西弄好，你一定要有一个完整的计划，你可以分年做，但是我要看到那完整的那个 picture， 那个图面要出来，你才知道你到底在做什么，而不是说地方或者某一个团体或者某一个公司的渔会他提出，哎，我今天想要做这个墙。那么我坦白讲这个部分啊，我看到我们桃园市这几年做了整体的规划蛮多的，你现在这两个渔港，你现在我们要投入去补助，就要把东西做好，做起来跟全国的一流的渔港要比起来，至少要这种气势啊。因为我不太懂，因为去年编了2411万，同样的一个功能啊，那今年又编4000万，我的意思就是说，它到底是你们有没有整体的计划？是的。到底有没有整体的计划？为什么这样的编呢？是跟一谢谢一座。那对于那个竹围渔港的部分，那我们对整个港区整体的那个计划有完整的一个调查以后做分析，然后完成这样的一个整体规划，那现在刚核定，马上要来办理公告，报渔署来备查。那我们这样的一个计划完成了，那我们会针对永安也好，竹围也好，它各个不同的一个进度提成，我们会问了短中长期来做一个建设。那这个部分对于这个是短期的部分，我们希望说能够透过这样的话，像竹围渔港的部分，我们希望说你这是要做什么？4000万要做什么？像哪一个渔港？旅客服务中心，哦，那的拆除，或是北岸停车场的一个建置，以及周边环境绿美化的一个工作。那甚至我们在整个一个港区的一个照明或铺设，哦，来做一个改善，也包括我们旧渔会大楼的一个拆除。那永安的部分，我们会对前期的一个照明来做个改善，那也包括我们整个南岸的一个景观绿美化的一个来做一个建设，那包括港区的一个税收的部分，经常性的税收。局长，那个站在这个位置，我就叫你局长哈。局长，我是说啊，我们要有全面的规划，是好，而不是说地方的管理机构今天提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明天提什么做什么。既然要我们出钱，我们要整体来做一个规划，整体掌控，是我们来掌控这件事情，而不是被别人掌控。我是希望你现在有规划出来了，明年如果再有这个预算，你给我编整个，譬如说要6亿，要5亿，整个变成一流的一个港湾，一流的休憩一个港湾。谢谢议长。好，邱家亮议员。谢谢主席，局长。我们刚鲁明哲议员刚有提到嘛，我们竹围永安渔港的4000万的编制预算有没有？你有没有那个我们鱼市场那个拉皮有没有含在里面？海际广场旁边有没有？拉皮的部分，报告一村，我们会把我们在整个一个经常性的一个税收那个税收预算的部分会纳入来做检讨，跟那个海际广场不含这个4000万是吗？对。
所以我想这四千万应该是不够用才对嘛。报告一座这个部分，哎，那个拉那个海际广场跟那个鱼市场入口的拉皮的这部分，已经跟那个客事局他在今年跟明年第二期计划一起来办理。哦，第二期一起办理嘛哈。那我还下一个一千万的有没有哈？用那观海桥的改善工程。是。目前那个观海桥真的锈蚀的很严重，油漆脱落哈，真的破破烂烂的。那你现在变了一千万，你是照原来这种样子就把它做回去吗？还是有重新规划设计？我们会做重新的规划设计，包含要整体的会请专人来重新规划设计。对对对，我们现在正在做细设。它那个除锈的部分，或是说相关的一个吊索的一个更换，或是油漆的部分，甚至我们可能会将来配合整个光雕的一个营造。对对对，我就要做部分，做我们会好一点，好不好？我们现在入口意向海际广场都做得很棒。好，你这个观海桥，我想要。那好几十年前做到现在的嘛，对不对？所以一定要改变，要卸油漆把它漆上去，有没有？好，这花了一千万也是不值得了，好不好？要做就做好一点，如果不够，到时候再拜托其他议员大家给他追加了，好不好？好，谢谢议长。还有你底下，你编了什么竹围渔港，什么淤沙改善，500万，我们永安为什么不用啊？目前那个忘了我们永安渔港的存在了。目前我们每两年都有做一次那个疏浚的一个改善。我知道这个500万有没有包含我们永安渔港？没有，这部分是没有。那个报告一下，这个500万是可能针对我们竹围渔港哦防洪定沙的部分，是它在南岸的部分，它因为有一个那个以前的自行车道步道淤积哈，我们现在我们的南岸也是很多的淤沙问题啊，这里有边吗？这个是针对那个竹围渔港，针对竹围嘛防洪。我的意思是我们永安渔港是很多的淤沙，一个防洪定沙的一个工程。那一年它的整个一个海沙一直淤积到我们内陆来，这部分是专案的一个工程，我们希望说，能够请议员来支持。对嘛，我们南岸的车道也是常常淤沙，很严重嘛。这预算你忘记编了是吗？对，说明一下。这个部分我们将来会纳入来改善。那另外现在那个北岸增设围堤现在已经进入到对啊，因为民众骑脚踏车很多淤沙都没办法骑嘛，好不好？是，这个要帮我们关心，好不好？好，谢谢，谢谢议长。如何议员？啊，局长，那个我们竹围渔港哈，你这边有一个4000万，还有呢，就是一个8000万，还有那个500万的哈。其实我们议员会对这个你们所编列这个预算要求，你们再一直加说明哈，这是有原因的。你像我们竹围渔港有一个整体的规划，在我们前朝县府的时候。我就已经拿到整本的计划书了。那在我们台湾市政府，我们这边呢，已经开过无数次的会议了哈。我们分为短期、中期、长期的计划，包括你现在旧行政大楼要拆除，旅客服务中心要拆除，包括整个大门要拆除，这是短期即将要做的。那我们将来还有规划的整个啊，我们这一些熟食区啦、贩卖区，还有新渔民住宅各方面，这个些资料。你们都要有义务责任提供给我们议会同仁大家来看嘛，所以说你这个议案在议会在审议这个预算的时候，你们要事先把这个资料提供给他们，他们才知道说哦，原来我们竹围渔港有那么多的期程一直在开会，一直要做，哦，那刚才我们邱家亮议员所讲的哈，这个500万那个竹围渔港那个哈，那个地点哈，就是在我们这个旋转餐厅那一边。那一边呢，刚好有一个提案延伸到外海出去，它因为海流的关系，这个漂沙呢，把整片的以前我们的建筑啊，甚至于啊，都堆了3-5米高的沙在那边，所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哈、哦。所以说有很多你要详加说明，好不好？是。哎，我们议会同仁才有办法支持你们的预算。好，感谢你们，谢谢。好，谢谢议长。好，梁惠超议员。你那个8000万的竹围渔港上架的修缮码头的经费，哈，它是整体的经费总共是2亿，是不是？对，两亿一千万。那这个部分是大概是做哪些部分？就单纯修缮码头而已吗？主要上架厂的部分哦，就在竹围这个核心的地带。嗯。那现在上架厂看起来比较脏乱，我们一定把这个依照整体的规划，把这个上架厂移到中油码头来做建置。然后原来的一个上架厂，我们希望都规划游艇码头，
来做一个比较一个能够渔船跟我们那个游艇的一个船舶的一个停留停泊的一个区隔，那以方便整个一个我们渔船也好游艇的一个管理。那这个上架场分为两期，那分三年来编列整个预算，那106年编列8000万，107年需要8000万，到108年的部分配合5000万的一个编列。好，我讲局长这样说，我就会比较了解比较清楚哈。我讲竹围渔港、永安渔港对我们桃园市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光景点。是。那上次网络评比说哈，我们桃园市是最难玩的一个县市哈。那代表着我们过去在针对这两个渔港的给它亮点的计划跟整个建设的比例是不够的，所以很多议员关心这个渔港的建设，我想也是有道理的。针对永安也好、竹围也好，各个景点的整体的规划、经费的整体规划，我觉得还是要考量仔细一点点。那这样的经费做这样的建设，我觉得是支持的。但我讲整体的规划，让这两个渔港的亮点如何呈现出来，让很多的市民、让全国能够了解到，我们桃园还是有这些渔港的休憩的景点，尤其是游艇港码头，我觉得是未来的趋势。这个部分，我希望局长能够重视，好不好？好，好，谢谢，谢谢议座。108页还没意见，109页，谢张文议员。啊，谢张文议员。好，谢谢主席哈。那个农业局长哈，我想有关于109页哈最后一项，补助农户农产农业产区团体，那扮演推动牧草专区和辅导畜牧污染防治，还有资源回收这个再利用这个计划1500万哈。那局长，我在这边哈，我要特别哈那个提醒你一下哈，是我希望我们农业局做一些什么事情呢？第一个哈，针对我们桃园市内哈一些畜牧场呢，你要去做一个全面的一个清点，然后呢要做一个这个分类，比方说我们养牛的这个畜牧场到底有几处，然后养猪养鸡的一共有几处啊，这个要去做一个全面清点。那清点完了以后呢，你要去做一个全面的一个辅导的一个计划啊。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像这些畜牧场它存在都如果是合法的这个畜牧场存在，它都必须要领有这个合法的畜牧登记证嘛，对不对？对。可是你有了合法的这个畜牧登记证，并不代表它所有的都是符合这个所谓的这个畜牧的这个经营的这个方式。比方说它的这个环境卫生好，那还有它相关的这些设施到底有没有正常的去做一些运作啊？比方说特别像房屋的这个部分有没有去做这个正常的这个运作，那如果没有的话，没有这些设施，我们怎么样去辅导它，让它这个因为在豢养这个猪只或者是鸡只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动这个禽物的时候呢，不至于啊发生恶臭，然后影响到附近居民的这个生活的这个品质啊。那我在议会里面呢也提出来很多次，你像我们东势里那边也有两家的这个养鸡场啊，那影响到这个常常不时散发了很多恶臭，那影响到东势里的这个富贵吉祥社区。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双连里的部分呢，宁阳社区也受到这个污染，那振兴里的以翠园的这个社区呢也同样受到养猪户啊那么所散发的这个恶臭呢，长期以来啊门窗都没有办法开啊。那除了这个以外，你像永安里的这个部分呢，那祥安国小的这个附近的这个住户也常常因为啊养猪户那么散发的这个恶臭啊，那扰乱了他们生活的这个秩序啊。所以我想我们今天不是要对这些畜牧场赶尽杀绝，而是就既有存在的这个环境，我希望你们成立一个这个辅导团啊，然后呢去了解他们目前环境之所以没有办法改善最大的一个原因，然后给他们提出一些改善的这个计划。那必要的时候呢，我觉得政府单位你也应该给他一些经费上的这个补助，让他相关的这个设施能够升级嘛，然后让整个畜牧场啊它周边的这个环境啊能够因为改善而跟这个隔壁的左右邻居能够和平共处。
好，谢谢议长。还有没有其他意见？陈美美议员。谢谢主席哈，有关于哈这个70万哈补助农业产业团体办理畜产产业哈产销的那个辅导计划，还有150万补助那个畜产产品促销及推广活动，可以稍微说明一下吗？这个最主要我们在补助那个三个协会，最主要是养猪、养牛、养鸡三个协会，它在对于我们整个一个公共行政的一个协助先导的部分，我们来做一个补助。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先导，让我们这些产业能够在相关的一个政策配合之外，那刚刚有提到对自己的一些自主管理的部分哦，比如说环境卫生相关的一个防疫措施的部分，能够共同配合政府来做一个推动。那局长，这个哈也是在推广哈这些肉品的部分嘛，啊他现在的话哈这个今年度啊哈那个中央那个畜产处啊哈他打算哈对于这个传统市场的这个温体猪肉的部分啊哈，打算明年要推那个冷藏柜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哈，是不是也有可以涵盖在这边哈来做一个就是宣导的部分？因为他打算明年哈要由六都来先示范。这个部分就冷藏的部分，最主要是说我们在整个一个农畜产品的一个安全的部分，来做一个整体的一个建立计划哈，就是说能够在屠宰到我们消费者的一个手中。整体的一个运送的过程能够有一个安全冷藏的一个设施，这部分除了说中央有既定的计划之外，那我们本府这边也有配合，来也编列配合款来配合。详细是请科长再补充一下。报告一次，我就是这一部分哈，预计是六都会开始来进行，那屠宰场部分可能会增设那个预冷的设备，后端也是有一个冷藏的一个运输，到最后一个关卡就是销售端的部分也会有一个冷藏的一个贩售系统，那这部分我们都会来辅导，然后也有编列相关的一个经费，就是为消费者他的一个那个肉品的安全做最后一路的一个把关。我是希望说哈能够加强来宣导啦哈，这个有关于哈这个问题猪肉这个、传统市场的部分啊，不要哈到时候哈有一些因为市场哈贩售的人哈他假不了解这整个的一个情况的话，到时候产生哈这一些相对的哈不必要的误解，我是希望说哈能够事先来宣导。好，谢谢，好，谢谢议长。王汝议员。109页哦，这个250万哦，就是补助农业产业团体等办理这个避暑、畜禽清运，这只是计划吗？跟议长报告有没有业务的执行？这个业务是最主要是说我们避免我们，比如说死掉的一些避暑猪哈，流落到市面，影响到我们消费者的一个那个食的安全。那我们把所有畜牧场它所产生的一些避暑猪哦，透过我们桃园市农会这边哦来做集运，运送到我们亚盛公司这边来做转运，然后运送到我们宜宁大盛厂来做化制的一个工作。那如果说像那个像鸡啊那些飞禽类有大量的疫情的话，是不是？那跟医生报告哦。疫情的部分如果有疫情的部分，那可能我们会直接来运送到文化厂来做焚化的工作。那如果说刚刚提到说有没有包括其他的一个动物，除了猪之外，那其他的牛羊鸡那些都有全部都纳入这个整个一个集运的一个避暑猪的计划里面。那本席的意见就是我对这250万我觉得似乎是少了一点。那我们核实，如果只是一个计划的话，不是业务费的话，那真的是不是？这个是执行计划，只是执行计划。对对，那我们补助的包括我们那个桃园市农会，它有2台的一个集运车，那包括它的油料，包括它的一个保险，哦，还有它的人事费这样。
两个人。是担心他执行不落实啦。跟然后执行不落实，然后把这我们然后 A 五科也会跟车，或是说来随时不定时的去做抽查。那另外我们车子上也有装有 GPS 的这个一个卫星定位的路线，所以依照应该依照规定来进行那个吸引这样。好，谢谢，我希望能够落实哦，为了我们那个大家的健康哦，能够落实去执行，也希望你们农业局能够善尽监督，彻底监督的这个业务。谢谢议长。109页还没意见。许金顺议员。好，谢谢主席啊，局长。是。我想我很赞同那个黄议员讲的。那目前呢，有周遭的邻居，就是说亚森的部分哈，那个邻居有就在反映说那个清除臭味的问题，因为你那个一放要放多久？这个部分它是91年，因为本来亚森他也有做化制厂，我知道。后来化制厂发生公安事件以后，由农委会来做一个协调整合。因为只北区只有一个嘛。部分是农委会合化的许可。对，北区只有一个嘛。化制厂目前北区是没有，北区没有化制厂，目前没有，目前没有嘛。农委会有在筹设的是在苗栗的部分，那希望说苗栗部分我们也正式函文请他，应该尽速的来辅导。因为你解释的很清楚，第一个死猪的巨象跟流象，就怕他把它拿出来使用嘛，所以你就是追踪嘛哈，追踪，然后先放置在亚盛嘛。对。那可是这个我们百姓的健康就是第一个有味道嘛哈，啊你必须要去消毒跟这个撒药嘛，不然你周遭的味道就会很重嘛。那目前来讲，农委会我知道是辅导亚盛嘛，那目前来讲有没有顺遂？因为你编这个预算就是说有保险嘛，有那个是我们集印的部分，桃园市农会在集印的一个人员车辆的部分。那在亚盛的部分，我们现在加强的一个，比如说监视系统、门禁的管制。然后进去都要必须要消毒，就进去多少支，然后再出去也是多少支就对了。对对对，这个管控之外，那刚刚议长提到的，我们集印的过程，我们希望要求他们，第一个车辆的部分不能有漏渗水影响到。对，第一个我就要求说不能渗水，而且还要撒药密闭消毒。部分也要求他们密闭，然后改到不要走街道的，能够去比较郊外的部分来做一个集印。像现在，因为那个街上啊，三角街上啊，那个三林路部分啊，还有南山路部分啊，因为你直接出来就是我们泉州路嘛，那你下来的时候就是我们的三角国小，这样沿路下来，我想说这个啊，居民在反映的、啊，我想说哈、啊，农委既然辅导哈、啊，因为你不能乱丢嘛，这个尸体不能乱丢嘛，既然有储存，那我相信这个业务哦、啊、是需要的啦哈、哦。那刚才的黄议员讲到，就健康嘛，就是说。因为你渗水出来，还有你的消毒如果没做好，那是不行。那我也知道你们做得很好，那我是在这里哈，跟你们鼓励说，这笔经费啊，我感谢议员哈全力支持，因为这个真的是在周遭的环境，还有放在那里也是个问题的，那个天数也是个问题的。所以哦，我在这里跟各位报告就是说，因为哈这样的话，你们去执行，如果有困难你们要讲，还有周遭的居民，我想要去沟通一下，可以吗？可以。好，谢谢，谢谢，谢谢议长。好，109页有没有意见？没有。过110页有没有意见？邱家亮议员。谢谢主席。局长，我请教你哈，那个40万，永安渔港新兵了。是。请问这40万能干嘛？这个部分是因为我们，会不会太少了？中立也好，或是说那个。桃园也好，他在整个一个活动哦，最主要是促销我们。我跟你报告了哈，他们开这个新兵的，在开会，在甄选，我都有参与。是40万一个暑假嘛，对不对？是。每个礼拜都要办系列的活动。对，一系列的活动，你40万既然要办，就办好一点。你看我们办，请个歌星来一场1-2千万就花掉了。我们这个要9个礼拜左右到10个礼拜。40万一个礼拜来分摊多少钱而已，你这样怎么会吸引人潮来呢？网络都在说我们桃园最难玩，我们永安渔港全省唯一的客家渔港，对不对？才编个40万，谁要来看呐、啊？叫妈妈去跳土风舞，叫小朋友去唱哥哥爸爸，这样子怎么会有人来看呢？跟你做报告，那因为它是系列的活动，那渔会这本身它也有配合相关的经费，我知道啊，他们就是本身没有经费嘛，所以。
就像我的意思，四十万真的太少了，好不好？而且明年农业博览会也在我们新屋，全省唯一的客家渔港，拜托，明年预算好不好？最少上百万嘛，好不好？好不好？不用太多了，一百万就好了，不要上千万，好不好？真的，这个我们现在永安渔港要慢慢把知名度打开来，你变成四十万真的太小儿科了，啊，我们钱不要乱花。九个礼拜到十个礼拜，我想这花这四十万真的太少了，好不好？我想现在已经变了，明年开始，好不好？拜托一下，谢谢。好，谢谢易总。好，针对110页有没有意见？过。好，接下来农地管理工作预算金额1180万，页次111页到114页，总共有4页，从111页开始审查。好，111页有没有意见？112页有没有意见？113页有没有意见？114页有没有意见？李博王议员，局长，我想就教你啊，有关于办理农村社区在地特色的一个景观营造轴线的部分啊，那这个计划啊，第一个、啊，我们到底要办多少社区？那每个社区能够给予多少钱？那你最后创造的成果是什么？我想这个可能要说清楚啊，否则我想。农村的一个在地特色不能被营造出来哈，那事实上农村还是维持目前农村的现状哈。所以既然我们有这样的计划，可能要真正要将这个计划说清楚，叫你能不能大致上说一下，到底我们要怎么做，然后每个社区，啊，有什么样的条件才可以争取到？好，谢谢易座哈。农村再生我们也是，就是说在整个辅导也好，或是我们整个社区的一个参与哦，相当热络。那我们在到目前为止哦，我们桃园市哦有19个社区已经核定了一个农村再生计划，那后续的部分可能会再到十月底的话，这个计划三个社区会为完成核定，达到21个社区完成核定。那最主要我们农再计划它有计划型跟补助型竞争型的，那当然计划型的它因为它已经为大关怀班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早期是说有核定的计划你才能够提出一个有核定的一个社区才能够提计划，那经过水保局这边哦也改变一个方向，能够让所有的一个社区能够参与，只要他愿意来加入的部分参与的部分，或经过我们一个教育训练，或是参与整个一个农再计划的一个经营的部分，只要参与或者提计划的部分，我们都愿意可以提到水保局这边来共同的参与。当然有核定计划的部分，他所提出来竞争型的部分哦，他在补助经费可能会有一个酌量这样。那今年的部分哦，那我们有参加了一个区域景观轴线的计划，那包括我们龙潭跟山水哦跟永陵哦这部分，我们希望说透过我们的产业的一个连结链，那结合台山线这样的一个概念哦，那希望说它产业能够升级，那在行销的一个策略上做个串联。那当然另外的我们还有比如说在大溪内栅西洲还有上林高原上林这个部分呢，另外一个产业链它所表现的是说刚刚讲的一个是茶香文化，另外刚刚我讲的这个大溪内栅的部分是生态的一个部分，比如说在萤火虫的一个营造相关的一个产业链的一个连结。那刚刚易座给我们指导的就是说我们希望说透过的一个农再的计划哦，能够把新的一个概念带进来，让产业跟我们农再社区，让农民很高兴的社区的居民一起来做参与，由下而上来做一个建制。OK， 那整个案子也就是说是农村再生计划的一个延续计划就对了。对，都是一个延续性的。好，那我们是希望就是说为了营造农村的特色哈，我们能够再加一把劲哈，让它做得更好，好不好？谢谢易座指导，谢谢。好，114页没有意见。好，接下来农民健康保险预算金额9亿3430万，页次115页单一页。115页有没有意见？好，以上是农业局的局本部，接下来是农业局的所属机关动物保护防疫处的预算是在同一册哦，同一册的后面，页次是09-02-29页，09-02-29页，同一册。29页有没有意见？动物保护防疫处的预算，第一笔是行政管理，预算金额9603万4000元，页次29到34页，总共有6页，从29页开始审查。好，杨家良议员。
谢谢局长跟处长哈，这边只是做一个提醒。就是我之前在总咨询有提到所谓的宠物的殡葬管理设施的问题，那现在存在很多的这个法令上的无法适用的问题。那我想这个我们农业局作为这动物的主管机关，尤其动保处，在这部分是不是能够突破一些观念上的限制，把宠物的管理做这个一方面增加宠物的这个晶片的这个注入晶片的这个数量啊，二来也能够积极的做这个宠物的这个殡葬管理设施的这个法令上的限制的这个管理。那我记得今年我开过一个协调会，有请我们的农业局动保处发文到这个农委会请教相关的问题。那10月26号，其实农委会已经有正式回文了，我不知道我们处这边有没有收到。我已经跟农委会联系过，那农委会是希望我们现阶段因为这个宠物殡葬管理的这处理有城乡的差距在，希望我们这个桃园市作为这个直辖市，能够自行先以这个自治条例，能够来做这个相关宠物殡葬管理的这个事先的这个管理措施，未来如果有需要，农委会再做全国一致性的这个处理。那这个部分能不能请农业局就这个宠物的这个殡葬宠物的殡葬的管理的自治条例或者宠物的管理条例，能够我们自行先来做一个方案的草拟，可不可以？好的，那这个部分议员的建议，我们会针对刚刚的一个方向哦，来跟各单位就土地的一个使用或者殡葬方面的一个管理的部分来做连结。那目前我们其实现在有其他的直辖市也已经正在拟定草案中，甚至有些已经送议会审议了。那这个部分未来可能在预算上也需要相关的做支应，那需要召开相关的会议邀请，比如说都发局可能就很需要跟你们做配合。那所以这个部分能够拜托农业局能够先尽快把草案订定出来，好不好？这是一个整体性的提醒。好，谢谢。谢谢议座。各位议员，29页有没有意见？30页有没有意见？31页有没有意见？32页有没有意见？33页有没有意见？鲁明哲议员。好，谢谢主席。我想这个是要问处长还是你这边有一个4000万了哈？因为我知道你今年那个，因为整个一个我们那个园区啊，正在是已经开工了没有？那个开工没有？不好意思，这笔是动工没有？动工没有？办公厅设的。报告。这笔是办公厅设。报告，一所您的指的是？不是，我问你啊，整体的，整体那个园区动工没有？园区它现在是在我们有分另外一个部分叫临时收容所哈，就是要先。不是、啊，不是已经发包出去了吗？发包出去，11月3号开始动工。已经开始动工了嘛？哈，临时的那個。那你这个是什么东西？这个是我们办公厅设，就是说、地点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嘛，对不对？就是我们现在主要办公室在这个卫生局旁边，那现在在复兴路上找到一个新的地点，这个跟新工处一起合署办公的地方，这事情。哦，没关系啊，我想这样啊，不耽误时间啊。你现在把哈，到底你们现在那里面的，包括临时人员，加上这么多人，他们每天是在你们这个。总基地在哪里上班？我们在动保处，在卫生局旁边的后面，卫生局的后面的。那狗狗呢？狗狗在新屋。那这些原本照顾狗狗的人呢？我们有分那个管制队跟照顾动物的人员在那边。不太清楚啊，你这样好不好？我来补充一下，不知道其他有没有兴趣啊？行政人员是在我们卫生局后面，这边是我们动物。我知道，因为那些人平常就在狗狗旁边的那些人。在那个动保园区，我们在新屋动保园区。我知道你不是跟人家租了，是只要有动保园区。你们到底是跟人家租地，还是委托一个团体？我再说明一下。就是说，我们工作人员是在我们卫生局后面，我们整个行政团队的。那动保园区是我们一个动物的一个前茂的一个收容所。对呀、啊，对呀、啊。那现在一个工程正在设计，已经完成了，已经完成发包。我知道正在施工嘛，所以你狗猫移到我们一个临时的收容所的。临时收容所是谁的收容所嘛？是民间的合法的。叫什么名字？这个叫庄先生的一个啊庄。是个人啊，不是一个法人啊，不是一个社团。我们是跟他协调。一个庄先生。对，但是那要付出多少代价、啊？因为我不知道是付土地的代价，还是你到底怎么委托啊？我觉得这个越来越奇怪啊。我们只是跟他，比如说跟他做一些设施的改善，我们移到那边做临时的一个。你这个哈、哦，这个部分要讲清楚哈、哦。你这样啊，今天讲不清楚，你写一个专门的说明。你现在到底跟谁租，还是用透过委托什么样的方式，多少金额，然后把我们所有的目前收容的狗狗猫猫移到那边去？移到那边去是谁负责？是我们的人员平常这边上班有多少人会去那边去陪同我们原本他们应该照顾的
犬只跟猫只嘛，哈，这个部分把到底你们明年现在开始是如何运作的细节写一份给议会同仁，好不好？让我们能够了解，谢谢，谢谢，谢谢主。好，那主33页还没有意见？过。34页有没有意见？好，接下来猪疾病防治工作，预算金额1077万5000元，页次35到43页，总共9页，从35页开始。35页有没有意见？36页有没有意见？37页有没有意见？38页有没有意见？39页有没有意见？40页有没有意见？41页有没有意见？42页有没有意见？43页有没有意见？好，接下来草食动物及家禽防治，预算金额1130万5000元，页次44到49页，总共6页，从44页开始。各议员，44页有没有意见？45页有没有意见？46页有没有意见？47页有没有意见？48页有没有意见？49页有没有意见？好，接下来动物保护工作，预算金额1亿6970万8000元，页次50到63页，总共14页，从50页开始。各议员，50页有没有意见？51页有没有意见？李光达议员。啊，谢谢主席哈，对预算哈是没有什么意见哦。啊，我想哈，我是。对呀、啊。唔系安尼啦，我讲两句啊，今日还未讲咧，吼、哦。那个我在外面吼、哦，我们猫犬哦，我们动物吼、哦，一般的宠物要来保护，吼、哦，要来保护，对不对？哈、哦。是。我在外面吼、哦，我想是社会风气的一个问题哈、哦。我看到啊，现宰哈、哦，啊什么肉什么肉的店吼、哦，我实在唔敢去吃的。我看到这两字吼、哦，是不是讲咱这类部分吼、哦，啊为了这个社会风气哈、哦，我想这个一个示范的一个效果哈、哦。我们当然是不会去啊阻止店家他们的私人的一个商业的一个行为哈、啊，可以用劝导的方式哈、啊，就现在这两个字听起来哈、啊，我随时都会塞去的安尼哈，这个保温是不是？我们这个部分来研究一下，做一个辅导啦，好、啊，跟我们的啊经发局哈、啊，对我们这样的一个是不是说做一个进一步的辅导，可不可以？好，这部分我们来研究。我这样讲大概合理啦哈。啊哦、因为你如果说在旁边这样宰杀哈、哦、啊，来让一些小朋友看到的哈、哦，我想这个对社会这个暴力之气哈、哦，是不是会有所谓的连带的影响啊哈、哦？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想法，不晓得我们，我想很多议员应该也认同这样的一个想法。如果可以的话，我们用辅导的方式，好、哦，我们来辅导。好、哦，我想现在鸡啦哈、哦、啊猪啦。很多我们平常的啊日常的要用的肉类哈，都要用电宰的方式哈啊，你在用现宰的一个方式的话，我觉得这个。那如果说有违法屠宰的部分呢、啊？如果是违法屠宰的部分，我们是会做一些起底、哦。不管它是什么一个方式，我们还是说这样的一个字眼哈，对我们社会风气的影响是难免会有产生一些负面的。好、哦，是。好，想局长这边如果可以的话，跟我们的经济发展局这边。做一个协调哈，我们来啊做一个沟通啊，做一个辅导，好不好？好，简单一个意见，谢谢。好，各位议员，51页没意见。51页，黄如议员，好，没有。52页没意见，黄如议员。主席啊，你没有看到我，但是我也不想删预算哦。你这个51页哦，吴氏族的犬猫绝育的资讯系统哦，已经是没有氏族。难道这些的这个？难道这些的犬猫的已经没有主人了？你要怎么样去给它一个定位？不能够说它的主人全部都是郑文灿吧？不是，没有氏族的部分，它是经过我们。就是说，可能在外面那个流浪的部分，大声一点。在外面流浪的部分哦，那我们也会进行一些，比如说绝育的一个动作。那我们也有专案的一个无饲主的一个就是说绝育的一个计划。那当然，这个绝育计划里面，公猫是，比如说猫，公猫是
1300元，你们这一个2400元，1个月8000块，这要怎么用啊？你有没有另外再编业务费呢？就是针对这些无事主的犬猫相关的结义的一个犬猫的部分哦。那其实那个防疫处防检局这边也有专案的一个补助计划，我们会要去跟他申请来做一些。在哪边？预算在哪里？处长是说明一下。预算在哪里？你们很奇怪呢。那我对不对？你最起码你们把这个预算书要看清楚嘛，对不对？好，业务在哪里？请问你是哪一位啊？新来的帅哥。对，陈处长。请问你是哪一位啊？我是陈英豪。啊？不好意思，他是我们新任的陈英豪处长。对。对啊，那你新来，你也应该要把这个预算书看清楚，对不对？那业务在哪一个单位？在有关于这方面的业务的预算在哪里？我跟你讲，你完全不懂的话，你最起码你要翻预算书，你也应该要能够翻得出来啊，是不是？是。啊。那是不是依照是不是容我就96000这个部分简单的再说？我现在针对我跟你讲，如果你说96000，你要做所有的这个所有的无事主的犬猫绝育的这个计划的话，我告诉你啦，不是这个是系统的一个建制。对啊，你系统的一个建制。那我是问你说，那既然是没爹没娘的话，那你要如何去建制，对不对？啊，这个犬猫跟人不一样啊。我有爸爸妈妈，他们没有爸爸妈妈，他们有爸爸妈妈也没有名字，也不知道是谁啊。你要如何去建制？那最主要我们建制的一些资料是说，我们针对我们如果无事主的，我们进行 TNVR 的一个结义以后，那我们对于它的一个颈圈一个佩戴，那我们希望说透过 FRFID 大概做基准，然后再进行相关管理的一些资讯资料，那将来在整个管控方面，透过这个资讯系统来做一个后端或是将来在捕捉上的一个管理使用。好，那针对黄浩如议员提议，就是无事主96000的预算，他主张搁置。各位议员有没有人附议？有没有人反对？好，搁置。52页有没有意见？53页有没有意见？范刚祥议员。好，谢谢主席哈，我简单问个问题哈，我们那个0250哈，那个部分有所谓的这个加强动物保护哈，这个48000的讲师费用哈，你现在总共是30节哈，那30节你够用吗？我们桃园几间学校啊？你这样宣传的话要到几间学校？你怎么选这30间学校？还是不到30间学校？这个部分是针对我们动物保护的一个业务及狂犬病的一个先导讲师的一个费用。你不要把那个内容再念一遍，我知道那个内容。我问你，30间学校你要怎么分配？只要不够的话，明年是不是就这个部分应该考虑要去配合，还是要去争取更多的补助？是。30间我怎么看都觉得不够分啊。你要怎么分？事实上，这个动保这个区块，除了在校园或者校犬之外的宣导之外，我们在明年有编列那个陶乐友善。我知道陶乐，我等一下也要问，因为陶乐大部分都是在做宣传费用，可是那个计划也没有说清楚嘛。结合当地的，你现在先针对问题来回答、啊。好，没关系啦哈，我跟你讲，30个哈，我看你学校怎么分都不对嘛，所以这个数字实在看起来很奇怪哈。我希望你明年在编列的时候，考量我们的学校数字等嘛。是，你要做宣传也宣传像一点，要你三十个三十节你要怎么分配？我真的搞不懂。好，
好不好？是。哦，明年在编列这个预算的时候，请注意。好，谢谢。谢谢易座。好，针对五十三页有没有意见？五十四页有没有意见？徐淑议员。好，谢谢主席。哎，科长哈，这个142.8万，委托环保公司办理动物保护教育园区哦。这个部分我请问一下，现在这个有关于这个动物的这个尸体清运销毁啊，现在我们是怎么样去处理这一块？我们现在的处理方式是民众会送交给我们，然后每公斤收90元。送到哪里？送到动保处来。民众从各区，对，然后自己把这个动物的尸体载到动保处，对，然后嘞，或是送到园区啊，我们新屋动物那个动物保护园区，然后这集中放在园区，好，那交给这个代办的焚处理业者，就是焚化掉的业者来处理。要自己载到你们那个地方去啊？没有，就近啊，在北区的话就在我们处里面，你们没有办法透过比如说村里办公处或者一些其他行政系统通知，然后你们去过去收容这个吗？啊，可 John， 哎是，这个部分你要民众哦，不是每一个民众都有办法去处理这一个部分呐、啊，而且在这有时候一些，其实要他在再送的过程，其实对他们来讲就是另外一种伤害啊，是不是这个部分，以后哦可以来研究，是不是如果有这样透过一些行政系统来通报，能够到就近去跟他们来再送，因为你们才有专业的车辆跟人员嘛。不好意思，我们来研究了，好不好？这部分应该服务的部分。好，好，好。然后呢，那个这个委托他们来处理的时候是用火化，是不是？是。好，火化之后这个骨灰怎么处理？目前就是他那个这个在新北市啊，这个业主在新北市，他会做暂时堆置的。啊，大声一点好不好，科长？他会做那个挖个坑啊，来堆置的那个骨灰。是这样的话哈，是不是可以？我们桃园哦，桃园是其实也很多的这个猫啊、犬只啊哈，这些宠物啊很多哦。这个有关于这部分要处理的，我们可不可以研究有一个地方哈，有一个地方找一个类似像来开辟一个类似的这种宠物的墓园之类的、啊，可以来安置这个，有没有这种计划？现在就是在土地的取得的问题。目前对，跟杨梅也有这样的一个规划。杨梅有没有开始进场去做这样处理吗？有没有？我没有设定要在哪里呀、啊。说明好了，那个目前啊、没有错，原来都是弄到新北市去的。啊，新年度开始，我们在芦竹的部分跟杨梅的部分，这两个部分都分别都有设一个，好不好？一定要规划哈，一个适当的一个场址哈，来收容这个有关于火化之后的这个骨灰啦。哦，也让是目前有芦竹跟杨梅都在进行。那个各位议员哈，征询大家的意见，因为剩下4分钟哦，就到12点了。那我们今天呢，是不是将这个动保处的预算全部？那请黄婉如议员。那个处长，我想哦，在议事堂，我希望你用严正的态度来答复我们议员的这个答询哦。虽然你是新来的，刚才我说你搞不清楚状况，但是我想我们都能够体谅。但是你不要乱讲，没有事你不要乱讲。请问，目前呐、啊，我们在路上看到的无主的动物的尸体怎么处理？怎么处理？你再讲一次。目前无主的，目前我们在路上，如果是狗猫的话，狗猫我们有那个救难队哦，还有管制队人员哦，24小时有排班。哦，晚上的部分是委外，有紧急救难的。我跟你讲，针对啊这个动物尸体清运销毁，你刚才讲说送到哪里？刚才前一次讲的是为那个救难队跟那个管制队的人员去接。你刚才是讲说送到动保处是不是？哦，那是议员问是尸体的部分。啊对啊，你讲说送到动保处，那是民众的。动保处几楼啊？
豆宝处几楼啊？我们一楼就有服务人员可以接待。一楼服务人员，那你要储存在哪里？我们有暂存的冰柜可以收容。在几楼？在哪里？在一楼。对。我告诉你啦，民众啊，遇到这种问题，我们也打电话去过，都叫我们送到那个清洁队去，啊，请他们统一处理啊，也从来没有一次说是要你们动保处可以去收。我跟你讲，你不要乱讲啊，你知道送到那个送到清洁队，或者是送到那个兽医，送到那个动物医院，嘿，我从来没有听说你们动保处可以收容这个，可以去先收留这些尸体。一座，我补充可以吗？啊？我补充一下，主席啊，本这笔预算暂时搁置，请处长回去了解清楚。或许我接的电话给我答询的人给我不正确的观念，或者讯息，或者他们自己对于便宜行事，就叫我送到清洁队去。今天处长讲说，通通送到动保处去。我想这个事需要厘清。预算我是支持，但是对于业务的执行，我有很大的疑问。那个本席主张这笔预算暂时搁置。好，那我们先处理搁置哦。好，苏翠玲议员。那个处长，这个处长啊，还有局长，刚刚啊，徐玉树议员提到，包括黄婉如议员提到的啊，其实我觉得现在是我们这边桃园是马上应该要尽快建置的一个机制啊。其实你刚刚提到，无主的这个动物啊，其实都是送到清洁队了，然后有主的呢，其实都是委托民间业者，然后把它火化以后，都是放在三峡了。那整个的费用其实都非常的庞大。那你说，像对现在的人来说，你说猫狗其实就跟他的家人一样，那你要怎么处理，对不对？然后他又是那么庞大的一笔费用啊，其实有的时候管道也不是那么的畅通。所以我是觉得我们桃园自己本身，因为我们的数量就我们人口数这么大，我们是一个大县，对不对？大市，那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去成立一个啊，这个宠物的这个殡葬专区。那这个专区其实就要协助民众去帮他火化，然后帮他去我们有的当然有的是放在骨灰塔放骨灰，但是我个人认为比较环保的是，你可以弄个公园，就把它在公园里头做骨灰的掩埋，但是你要有一个去处让民众可以依循呐，好，所以我觉得我们现阶段桃园这个机制完全没有，所以民众都只能够求助这个民间业者，然后那个收费都非常的高昂啊，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时候赶快来处理。那处理的时候就当然就包含了刚刚连黄议员在意的这种无主的这个部分，你也可以有，你就能够一起处理了。所以我在这里建议啊，你因为你这边编了很多的预算啊，都是在处理这个动物的这个尸体的这个清运销毁啊这一类的这个部分，那我觉得你就应该，既然已经有那么多的预算在这边，我看这样算一算，这个一年啊大概也有两三百万啊跑不掉，那你这个钱你应该要把它做个我觉得是更有制度跟效率的这样的规划跟运用啊。所以我在这里建议，我希望虽然这笔预算过，但我希望你能够尽快的来规划，好不好？好，谢谢议长。好，那么各位议员哈，我们先处理这个搁置案了哈。那么刚才呢，我们黄婉如议员哦提到，就是有关这个动物保护教育区的尸体的这个清运销毁处理142万8000元，他主张搁置哈。那么我请问一下各位议员，有没有人复议？有没有人反对？好，全数搁置。那么因为我们已经到了12点了哈，那我在这里呢寻求各位议员的意见，就是因为下午呢我们有都市发展局的预算，还有警察局的预算哈，因为警察局的那个很多的同仁哈在外要等着审预算，那我想请问一下，我们下午有没有办法审到警察局的预算哦？请各位议员哦，是不是下午要让这个警察局的所有的这个人员呢到这里来等待？有这样，那我想说，因为有关治安的问题哦，他们也非常的这个，明天再来哈、哦。那么我们就请警察局呢不要再
在这里等待，然后那就这样子。那么现在呢，休息哈，那大家准备用餐，下午2点准时开会。